哦，这个洞穴哦，这很大呢。飘飘这个球，大师让我兄，飘，为什谢谢。么我的笔调没办法？阿布，阿布，叫阿我笔布，调，为什么？为什么？怎么了？啊，啊，你死了！为什为什么？么？为什么？我是你没这有氧我气的状态。诶。出 bug 了。阿吉，哎，还有撞到墙了。我明明是在这上面，为什么会掉下去？大师兄，所以这个洞穴里面有那个杰克博士。对，我先不剧透你们。学习哦，装置有没有那么好捡？之前不是捡了钥匙？我总共捡了4个了。好爽啊！我有个是繁星给我的，好棒啊！哎，我觉得哈基你那个飘的比较棒哎。飘飘球吗？你说这个随风球对呀、啊。在哪里？还不错，嗯，九哥，哦，拿到发发怎么是也过来了？啊，嗨，发发，哦，我过来这边打第一死个，活的。好，这边很多，第一个哦，大师球，他就给我第六世代学习机。哇，这边是比较好哇，取得啊。我们那个时候在外面找干嘛啦？我刚才是第一个拿到的。按钮在哪里？按钮。啊，杰克，太痛等一了下，按钮，吧！等一下，等下，杰克，你这样子我没办法跟你回话，杰克，杰克，你怎么讲，杰你克讲了？我打字，你讲我打字。跟杰克说在箱子里面找，只有石头，烧好的。自己找，烧好的。哦，我以为是找到这个杰克了。没有不同的，不同的，不同。啊，我还拉普拉斯。这个杰克在哪里呀、啊？你们那个任务有打开吗？有啊，好，有啊。找到杰克的话，那个任务会变成箭头。这个是杰克今天哦，提醒小雨的时候说的。然后右在附下近的时角。候会变箭头就对了。对啊。虽然是海里是我没看到呢。哦，我要跟杰克说一件事情。杰克，我的任务好像重置了。该不会他在冲刺音乐的任务重置到你的了？哦不，哎，箭头，箭头，搞箭头！哪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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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这是什杰么？克，你怎么在这里？小拳石的 boss，你在哪里？他们 boss 都超可怕的。他不在水里。还有天就上，好，陨石想要测试你的力量，哎呦，好，接任务，击败150只宝可梦，在哪里？我来了，天上哪里？啊，爸爸在打，还没哦？你说呀你要呀，打 BOSS 吗？我没有，我打不了，打开60帧怎么打？真假的？那我我就小，扁他喽。哦，看到箭头了，我小遇到八是六十十。哎。哦，在这。你哎、欸，可以他叫快我死，他死了、欸！传一下我他死耳机的电，好背，好背，好背，感螳谢。螂，这不是螳螂，别他不是跑，螳螂啦。师傅又，哎、欸，玩的爽了，那我把它打扁，要一些水，把再它打见。扁吧。水样品，哦，其中一，草系可以，哦，可以草有系下可以级，克制。草系克水。身后一，水地跟岩哦，这边超级适合你炼灯哦，我这下来了，因为完这边都了，是岩石系我的木啊。啊，箱身长后，大了。你满了吗？5个了吗？身后后面要加什么啊？就是那变得个你好要的丑数哦。字啊，你也可以打一二三啊。我拿什么弓箭？箭矢。他说未知指令。去打石头啊！要空格吗？OK。要啊这，set 下子 home 空白。日出有没有第一条路？他说不行啊，
太小，是。你要什么利用？要两资源哦。我今天不小心把他揍死了，我超难过。哦，有了。还是几趴出现就10%吗？哦，找会用了，好 ，OK， 直接轰应该就回去了吧？爸爸会用这个东西吗？谁轰？不会，可是我不会传过，就不会传到想要去的点。你就写信轰，然后那个名字就好了。哦，连在一起吗？还是要再扣一个？分开，空格，空格。这有飞腿狼哎、欸。我给他了，看要不要他抓。我有了，欸、我有抓了。阿旺有了吧？哦，他有。哦有哎、欸，大师啊，发也有了嘛哈、哦？有什么？第六代的学习机。有了，感谢。哇，今天又没出了吗？哇，白天呢？音乐你的，这给的，沉浸图给你是吧？哦，睡哦。再来，揍死这些东西。沉浸图是放在背包就里面就可以了、啊。你要放雷之石、火之石或冰之石上去。懂吗？你要放雷之石跟那个纯净珠在一起。雷之石，我只有水宝珠吧。你要雷吗？火之石、哦，我有火之石、水之石。哦，有他们，他们闲聊在那边玩哇。没事，他们有他们的小天地。对，没事没事。啊！去挖矿了。EUDE 有啊，我其实也有设定那个、啊、追踪想要抓的宝可梦，只是我没有设定很多。你可以先设多一点啊，反正遇到不喜欢就跳过，不要理他。对啊。嗯。像我那个编号777，就是现在看到我就冲过去打。哦，对，它叫做。我其实有设定啊，我有设定那个利欧路跟几只我想要的，只是刚好出现的几率就蛮低的。你可以设定腕力啊，一定很多。设定什么？腕力啊。我不要啦，腕力呢？我设定要设定超多，我就设定一个小拳石，这边看过去全部都死了。你可以把它分三种不同进化阶段，就有三种不同的宝可梦。好烦哦、喔！你知道小拳石进化叫什么吗？叫什么去？龙龙石跟龙龙岩嘛，对不对？哦，对啊，这边也有、啊。那我们下午就说太无情啦，龙龙石。什么啊？龙鼠那个 VTuber 叫龙龙鼠，龙龙鼠，你太无情啦！哦木下力是可以坐他背上的、哦。这个背的声音，好像是有快一点呢、啊。这个背，这个背，这个背，这个背。丰收的一天，其实蛮可爱。丰收的一天，用捕网球。而且搞不好是大叔，一个大叔在啊，不是大叔你也可以没事。没、哦，你说在地板下面吗？可是大叔长那个脸，我不太行。大叔身体很壮，然后头冒出那个地鼠的头，超小。然后对着你叽咕嘟叽咕嘟叽咕嘟，那个铁锤把他打下去，把他头敲成宝可梦样子。我把它敲到进化变三个。一个蛋，一个蛋。挖的洞啊，敲错了。我把它洞堵起来。把这洞堵起来？哦不，哦不，不知道谁的挖了矿洞，然后现在把它堵起来。我来出来赚几句话的宝可梦的洞。不带我，我说转糖果，我转他。你不要跳进去了嗎，你不要再倒钱跳进去了、啊。你知道这有多少人吗？这有9个人哦、喔。人少9个人哦、喔。人山人海哦、喔。
一百个训练员，叮叮叮叮叮叮，给我叮。铁壳勇，所以铁壳控现在也叫铁壳勇哦，改名字了。对啊。老板是几等会进货啊？好久，不低哦。我记得可以查、啊。对啊。那我现在查。到时候再查。UET， 然后你的 ID。哦，是这边可以看。嗯。游戏里面就可以直接查了。对。不，哪边看进化？那个第二排的最后一个，第二排，你点你那个嘛，然后他会那个 P Wiki 之后，第二排最后一个、哦、点下去，他会告诉你说你那个几等可以进化。他写32呢，那你现在几等？你带不变之石是不是？那你要再升，那你要再升一等，他就进化了、啊。可是他37了呢，他应该中间就要进化了、啊。嗯哼，他可能顽皮了。童心未泯，童心未泯。老板，你要进化一下。嗯，哇，他顽皮了吧？老板在搞事了。跟他平常录影一样，在搞事啊，老板。欸，观众，所以我这样子的话是要给他吃减攻击的，减攻击的对不对？因为他攻击现在跑去攻击了，是要吃个五颗。这边几句就开了，吃五颗减。老板表示不想长大，不要闹，老板。这只是什么？哎、欸，两星的不知道什么东西，有人要来打的，不知道什么东西，看起来是哎、啊欸，你确认一下他有没有要携带什么东西才能进化、啊？我的观众有讲、哦，然后我要继续问我的、哦、关于我的宝宝丁。我看不到，我还要维基打，好吧？吃哪一个？降攻击的吗？有个像在叫魂的声音是气球吗？是速度特快，气球叫魂。哦，我就是有吗？看懂了吗？用它在飞啊！哦，它要与二属性宝可梦同行才会进化。哦，有这样哦，所以他跟二属性在一起，他就学坏了。哦，原来是带坏才会进化，是不是？他就变二老板了。二老板，这团团本来是不坏的，他是交到坏朋友的。哦，那他带坏的。哦，对，反本性不坏的。对呀、啊。二属性，真不信是有谁？啊！白痴啊！你给我回来！咦、欸，又有这只，有这只，哇！我记得这边偶尔会出二属性，一起抓一抓好了。过来！啊！好像要晚上是不是？过来！哦、oh, shit， 我的球被吃掉了！哦哇，刚好掉地上是不是？对的。哇，哭了！太刚好了。亮是这只吗？不是。啊，你又来了！丢掉。这里有，二属性的，哎呦，什么 boss 啊？继续刷糖果，
是什么？洞洞湖，洞洞龟。这里都被唱过了。一桶铁定骨头。营业照可以随机传送出去吗？我知道 TP，RTP，RTP，用这个啦，真的比较好一点点。就他就不会，基本上不会去遇到人家挖过的。对啊，而且你可以、哦、咳咳不理。我也懂云月的意思啦，日之死，我找一下就好了，我找到，叮，为什么叮那么久？哎、啊，我其实现在会晃好了，好、哦，我直接传到村民旁边吗？这么刚好，咦呼，村民旁边、啊、会有 ，EPA 云月。怎么了？村民，你要村民干嘛？他家的书柜吗？哦，哦，我想说你这么激动，姐那个很长任务得到什么？会那个啊，就可以几句话了。哎、欸，营业这个不要吗？一堆什么？一堆药？你拿去用吧，我不要。那我也要去。你传阿纪。好，我要去挖矿。好，记。好。对，找滑滑小子。啊啊啊啊！好像可以耶，因为他也是格斗的。滑滑小子。嗯。他的滑、啊，他叫滑，有个叫滑头小子。是滑，什么？不是，是头巾混混吧？滑头小子啊。是滑头小子。我觉得你们两个应该是都有对字，但不讲的不同字。嗯，就像大奶罐被叫大奶妹一样。好吧，什么事？什么事？啊，是不是你？我不知道啦。哎、欸，好像是哎、欸。到底是谁啊？嗯，奇怪了。所以他到底叫什么啊？大奶妹。穿着云月啊，不是那个阿旺，穿着熊要不要？啊，格斗系的穿着熊。很大隻，就同偶熊进化啦，一只很喜欢抱抱的熊。哦，好像可以耶，可以齁，来吧，来，滑头小子进化叫头巾混混。哦，他里面真的格斗系，里面应该有个人吧？里面应该有个人，那在里面会不会他27而已、哦？哇，那还好，观战。他就抓起来而已，就是。哎、欸，这边会有迷你 Q 啊，那隔壁有黑橡木林、欸、哎。好在后面黑橡木林。我有说收那个啦，看他会不会。那个副店牌牌吗？怎样？正店牌牌跟副店牌牌。对啊。哦，我常遇到、啊。有啊。有啊。真假的？他常在平原上面都有啊，平原。嗯。哎、欸，那我要去抓。我下次遇到跟你讲。好啊好啊。然后他抓给你看。你们看到，这就是副店拍拍，看到了吧？看完了吗？好了，我要把它放生了。放生喽！那看完了吗？我把它打爆了。哦。大菊花。大菊。真的啊？大菊花。哎、啊，原来现在很改名了，叫做大竹葵。大竹葵。以前叫大菊花。嗯。我要去找那个啦！不是你这样还真拖，你凭什么？古代，古代，我怕再打就他就死了，就直接抓不打。可是他要把我打爆了，宝可梦要消失喽！刷新！哎呀，哎哎，抓到了！太棒了！恭喜！哇塞！哎呦哎呦哎呦！怎么溜？现在不是凌晨或傍晚？现在是正晚上啊。不会出 mini Q 啊？他是什么时候？凌晨或傍晚？凌晨哦，很难啊，那个时间超短的，就一点点，对不对？啊，一下下时间，跟戴龙一样。这只我应该不会拿出来用。这个是什么？收钱。你可以那个啊，他学，他不知道可以学那个手下留情，那个刀背打击。是那边一滴血。对啊，那个叫云月，那个叫蚊子，
那个叫影月，点到为止啊。怎么了？点到为止，对吧？没事。影月点到为止，影月点到为止。好，我点到为止，我点到为止，我不要挖太多矿，我点到为止的。四星百变怪，好呀 ！TPA 繁星 ，TPA， 我要 TPA。这个洞好香，不行，我不能去。好，你可以记录啊，然后再背过去，我都这样。简易哦。阿汪，看阿汪要不要。阿汪来，哦，来玩的，来玩的，轻松轻松。那、啊、真的是轻松的，阿汪。好，好的。等下他那一只就会打架了，就是傻眼了。没、欸，那个人应该不在，应该不会吧？我要放松了。打放通一点的，放通一点的。虽然是玩，可是要放通一点。按大家一起玩哦。啊，有的，有的。来吧，老板上吧。来吧。你知道我每次看你耿鬼都以为是带携带物品，知道吗？蛮帅的。你都太高等了吧，救命啊、哦、好大只，好可爱。哇，发发等级追上来了欸。对啊，爸爸。你好扯哦。记得了。他75了。哇，你是糖果上的欸。哦呦，我把糖果都只给他。等一下他变耿鬼，我是不是要吃屎啊？不用怕啦，他变耿鬼他要吃屎了。完了，只会变而已啊！我本来就打不到，反正你照样放，他下一回合可能就变其他值的，你照样放就对了。你看，啊、现在变我了。对他这个模组没弄好，他百变龟就只会摆、哦，一直变，一直变，一直变。对，所以其实在这里面超简单，好可爱吧？欸、超大只，可爱吧？大兔兔。那边看到了。老板，哇，这是什么？什么妙蛙花？妙蛙花，错了耶！太大，太大了！是的，是的，是的，有了，老虎，嘿，一次，两次，叮，哎、欸，啊，爆了，爆了，不要难过，不要难过，不要难过，还有一个，还有一个，看一下，哎、欸，铜火熊。我有了，我有海星星。海星星哦。一般宝石你要不要？一般宝石我应该也有吧，好，给我啊。好，那我回家一趟。许愿星块、欸，就是你可以扔到这个，比如说，对对对，你去那个你想要的，像极限山丘，你就扔在那个里面，赌赌看会不会出格斗系。哦、oh, 嗯，对，它会在你那个环境出那个环境应该会有的，应该要有的生物，对，去都留着，到时候再来丢。你不觉得有些妖怪很像Ermanos？Ermanos？对啊，什么 BP 小补剂啊，很像Ermanos的。你说道具的图示、啊？对啊，就很香。等一下背后会被捅。魔法，币是什么？带土，带币，带土。可属性的 TP 发发。好，好。比较坏，像一只。什么东西？嘿嘿，你要打、喔？ Oh. 哇，你都铺了哎、欸！哇，贴心吧！啊、我了来打开，要一起挑战。有没有要二星？来二星海星星，来吸糖果的。我们是荷叶教的。耶！那好很久了，你不去吃哦。吃饭啦、啊！快去吃饭啦、啊！打完这个吃饭，吃一下啦！吃饭啦、啊！吃饭啦、啊！吃饭啦、啊！吃啦！吃一下啦！先吃饱了再玩啦、啊！吃啦、啊！先吃啦！先吃啦！我们不会离开。开始喽！开始喽！先去吃饭啦、啊！好，这个打完去吃饭啦、啊！玩到忘记吃饭啦、啊！太好玩了啦！哎呀！其实乌顿就是这样来的啦！菜都凉
再不吃饭，家人都来叫了啊、哎！我们正在火上加油，没错。哇哦，太无情了、啊！为了让你去吃饭呐、啊，太合理了。你吃饭喽？不知是繁星要的那只兔子哎、欸欸啊，不对，你有了，还是要啊？是新的你那只的兔子。走啊，去打去打去打！我先去加班。好，爸爸。哎、嗯，哇，赞啊！现在凌晨，现在是对清晨。我想清晨啊，那你打吧。啊！快出！啊，他接不打？快出！我不要，那我自己打了啊。好，你先打。要不要出？他会死啊！要不要出？要不要出？清晨。清晨。我已经等了好几天了，我只遇到两次而已，然后两次都是被清掉了。我是哦，好难过、哦。等了好几天之后遇到了，不然把他打死。哦，这个也很难过。清晨啊，白天白痴哦，我怎么放这只啊？财富密码，你搞笑的。增加财富的，哎呀，我还以为我换好了，没有，你没有，哦不，财富密码没有，你知道我有时候我这边有记个点嘛，有时候不是倒数说剩几分钟会清楚嘛，我们三二一的时候赶快传到这个旁边来，然后看他发新，对。我也会，哎，过了哎，我队友好燥、哦。外面的那种集聚的洞，大概三星以内，我觉得都可以，就是单刷拿糖果。哦，好爽哦，好爽哦。还有老七十几等的就可以单刷了，应该还好啦。好爽哦，七十几等的，好厉害哦！不是你们都好高等哦，练等啊，好爽哦！去练等，练等，去吃饭啦，吃饭啦，饭啦还晚，菜都凉掉了，爽，去把东西卖钱，哦。哦、他很棒哎，后宫后宫，究竟能不能付到幸运呢？去主事幸运吗？幸运我们那个钓鱼的箱子里有哎，钓鱼的箱子，对啊，钓鱼箱子在哪里啊？就在我跟小雨家，不是有个斜坡下去，那个很像码头的、哦、啊，你箱子看一下，哦。绿色丸力是吃那个吧？有吗？辐射中毒、嗯、有哈、嗯？辐射丸力那就好。我先付看看，先看他能不能付到好的。好啊，没办法，再干。三合一池怪耶、欸！效率。我差点把我球卖掉。卖了。你奇怪的凤梨果能卖吗？超巨喵喵吗？还没遇过啊。嗯、有吗？有付到、啊。有直接付到幸运山，赞哦！有来打，我要拿一下耐久。好啊，因为那个用钓竿钓到的单一附魔，超扯，好强哦！有没有打三合一池怪？三合一池怪，四星，四星啊，四星，好，可以去蹭糖果。来、啊，你也不用蹭啊，那么痛。来，我来蹭的。来，蹭。反正你不要电的，电的歪头。电。阿旺要不要来蹭？我不要。你要吃饭了，好吧？没有。好了。我找二属性的。准备好了。二属性的。哎、欸，怎样？我好像有哎、欸。你要带在身上是不是？我只是要拿来让我那个，我知道啊，让老板进化一下。那不然等一下我，哎、欸，我们应该都有吧？这边挑一只给你啊。是哦。那你老板跟我们换。那哎、欸、不对，那就没有意义。那意义在哪里？那他替我们走吧。他是刚又刚又电，他是克我哎、欸。又刚又电吗？对啊。哦，你龙飞哈。对啊，嗯，
妈干的！哎、这是二鼠的吗？哦，啊靠！不是，他是斑斑马。史蒂夫。赢的。赢赢赢！加油，打掉他的那个盾！加油！啊，完了！加油！哦。他的盾打掉了。天啊！蘑菇地区。啊、死了。就天啊！这是什么东西？啊，我忘记做高级球了。金色王冠两个哎、欸，太爽了吧！哦、金色王冠两个，金色王冠。对啊。我找他去蹭。可以跟你拿一颗吗？你要用什么跟我换？你缺什么？你缺什么？我晚点跟你讲。我缺十足铁。晚点讲。晚点跟你说。你这个就很多不用努力了哎、欸。我就只把我这梗鬼那个啦弄上去啦。啊，那一颗大师球好了啦。哦，我累积我觉得值可以值得。我觉得真的值得啊。我觉得其实蛮值得的。对啊。就是在狂打那个 boss 是不是？对啊。耶、yeah, ！金色王冠。缺钱、哦、还好啊，直接把耿鬼灌爆。那先一百等。对，直接灌一百等。78、79、80、81、83、84。你那只是四 V 的，是不是？不是，就只是色尾。对，哦，它色尾，然后金色王冠就是它灌下去会直接六 V， 是不是？嗯，就不用努力了。真的就不用努力了？那我们还在养着干嘛？那我好像也有金色王冠，有哎、欸，金色王冠。哦哦，没有啊，没有什么。IV 纸还是旧的啊？你用了吗？用了。我没用过哎、欸。啊？你问杰克在吗？杰克。这王冠不是把它变100 IB 吗？我用了，它没变。噔噔噔噔，怎么办 ？IBS，、哦、你要再点进去，那就要再点进去一次。点进去一次。嗯，然后你的滑鼠移到你那个图宽上面。那个是那个、欸、EVS 哎、欸。啊啊 ！PD， 后天努力值不是先天值。哦，那我要求国赔。我要国赔。为什么会有床啊？哪来的床？就好忘记耶、欸。想，造石机，月之矿石，月之石。所以他是改后天努力值，但是这就是不想努力了。打斜线 IBS 最准，你试试看啊。没权限。能量球。拿根灯给。虽然我们在边聊天边偷玩宝可梦。看起来是。可是杰克的也是 IVS 变没变啊、
那一定国配的啊。哦。哦。可是我看你皮卡丘也是一列。EBS 是打宝可梦获得的，所以 IBS 是没升是 bug， 有可能 EBS 应该是那个啊，后天努力值啊，对啊，要练的、啊。IBS 才是先天啊 ，EBS 一定会满的项目。火焰的、啊，你皮卡丘也是吃满，哎呀。满了没？哦、啊，这样我要给他吃银冠，也给他吃一个，是不是？应该说王冠都要100等才能用，对啊。要升100等啊？没有，要回观众。嗯，银冠你给他吃一个看看，已经最大值了啊。我给他吃的是金冠，是改 IV 吗？怎么会是 EV？ 变满。QQ， 看一下他金子进化。贴贴，更多的贴。IBS， 看一下。亲密度220以上，没有啦，我在看我要的宝可梦。哦，其他字的话，哦，好，所以好像是哦 ，IBS 可以看的、哦。怎么看？就打 IBS， 然后地址这样子。我被小圈子揍了，拿水冲他。哦耶！嘿，所以 IBS 看到了那个，我看到了，懂了吗？他有箭头，然后31，所以他是后面才改，他等于说是后面改的数字的盖上去的，盖上去的。啊，他原本的数字还在 ，OK 啊。对，原本因为他你孵蛋的话还是看原本的。哦、OK。嘿嘿嘿，对对对对对。感谢。不会。哦。所以后来加上去的，如果你要用这只孵的话，是看你原本那一个。对对对对对，他们解释是说，你想想看，就是整形啊，整形嘿。对，干爹是这样，昨天这样讲的。你把它整成完美形态，但是其实它基因里面还是原本的样子。对对。啊哦，懂了。哎呀，这个狗狗走开了，65等狗，你怎么那么恐怖？哦，对啊。了解，不知道招哪只鸟，我也不知道招哪只比较好哎、欸。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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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我记得闪电鸟好像是里面的平均值会好一点点。哦，啊，真的先天基因一样烂的话，我还是想要弄一只先天基因6V 的出来。对啊，所以你就慢慢嘛，那只先拿去玩，就是、平常可以拿来玩的。对啊，后面开始就是慢慢打架用的，就你了，我只是随便要而已。是贝壳，我以为安抚之灵白痴。嗯嘞，哦，吉古德，吉古德，吉古德，哇，好小，在这里，我的狗鬼被65等的一只狗狗打了半残，你不是满等的吗？对，发生什么事了？这世界怎么了？什么？我怎么觉得感觉不出来？还是我刚是被克二属性？那这狗狗是不是全身肌肉啊？你说它是柴犬吗？好恐怖哦！
满了，死啦！不秃头被二系打正常啊，真的是二系耶。我怕二人。妖气。哦，你怕二人，那这样子带坏老板的就不是你，那所以是，本来就不是我啊，我本来就不是二人呢、啊。我这个人这么天性善良、害羞、内向，嗯，太多了。什么太多？还太少好不好？太少好吗？太少，所以是上述的都没有，就太少这样。我脑袋转不过来，听不懂啊。没事没事没事，你说对就好了。对，不对，说对啦，不对，对啦，对啦。啊，我刚刚找到属性就没有你，现在我回来找到就有你，怎样？不然我们投票。不行，这个是霸凌。没有，怎么会是霸凌呢？我先去休息喽。晚安，拜拜，拜拜，拜拜。加油，队友加油！队友好像蛮强的哦。哦，队友好强哦。为什么我每次遇到队友都是在雷的那一个？五星打雷的耶，队友好强哦！你怎么自己打五星？你怎么自己打？我想说过过过过随便打应该是会死的，没想到过了。哦，都自己打，你怎么这样？我等一下救一个，我救三个补偿你们。我也想多一点糖果喂我的快龙啊！但是我跟你讲，赚糖果真的最快的是去打那个 hunter， 这个 hunter 啊，猎狩猎任务，对，狩猎任务，你看他抓一只就给你11个糖果、10个糖果、6个糖果，我抓个我玩了三四次就三四几颗了，啊啊，这是什么？补两花。超赚呢、欸，你知道吗？这个超赚呢、欸，他就随便随便抓，你去找这个就有了。然后你可是他是12分钟就重置了、欸。那等一下，他下一个是下一轮、啊，下一个有时候可能2个小时，有时候可能1个小时。哦，那都等下一个我就去挖矿。你就是把那个雷达设定一下，然后就走一走，就看到雷达就抓一下，抓一下。糖果很好赚啊。财富自由说的话。现在 G 上来看了一篇文章，说那个月入40万，被动收入8万，然后说理财轻松理就好了。废话，赚钱很难吗？可以从他头打下去吗？真的打死了。没有，就已经新闻不是那个。有讲啊，那个什么不是退群的那边那个收入被列出来了。对啊，就跟他讲说，哦，实况组这么好赚哦，好赚哦，赚大钱、哦。啊，你来赚，你来赚，你来赚、嗯，来，很好赚，真的超好赚，来赚真的超好。你们实况组不是很会赚吗？最会赚，你最会赚、啊，你最会。来赚一下，来呀、啊，来啊，来赚啊！你干嘛当新闻记者来赚啊？来啊！你们要四星要打吗？还是四、啊、五星在找你们好了，四星要啊，因为我也要那个什么找阿尔宙斯的底。哦，来，等一下，我被梦妖缠住。我的准神起飞了吗？我还没抓准神呢、啊。这个属性不错吧？那我要怎么消掉之前记录的点啊？Delete Home。如果你要覆盖的话也可以，就是后面打个一杠 O， 杠 O， 对，是前面还是后面？前面 A B C， 然后、哦、前面哦好，都这样都可以，哦前后都可以、哦，因为我想说他指令是跟我讲说前面，他是那个 Java 的那种写法，就是一杠 O 什么什么的，我来了，是 E P T， 还没有负一。其实给你，给你。等一下，我也有丝绸了，谢谢。我还没有啦，你可以给我。他、啊、怎么是梦妖？你那去躲啊？没有，然后想说那边有一只我设定的宝可梦啊，怎么刚摆脱梦妖，啊，现在这只就是梦妖来了。来来来来来，
你不要掉到洞里面去哦！掉进去就哭了。这洞好危险哦！哦，他带着糖果。你的进化条件是不是有点苛刻啊？他要带着糖果，然后同行的有二属性。啊，这只丑丑鱼啊！有没有有糖果？有糖果，进化糖哦。糖没啊，是神奇糖果。有啊，我箱子里面有，去翻。你要先过来，搞不好有神奇糖果拿来。我不要，因为我在音乐家旁边。右下角那个箱子，最右下角。啊，音乐有权限了、哦。哎、欸，这一尊没有。谢谢，谢谢音乐。干嘛？阿旺有来吗？哦、来啊！等一下。啊，他不能带着，所以是要同行的状况下。等一下，你不来。啊？你妈过来。我没有啊，我没有。哦，走吧。所以我是要有同行的状态下喂他神奇糖果，是不是？超丑的、啊，我忘记补血了，睡啦。啊，我以为他是带着诶。我来雷了，我来雷了。绞死他，绞死他。欸、一半的。这波动好痛哦，鬼吧？因为我带那个。招式加二十伤害的，他是鬼没错啦，他是鬼。对呀、啊，我戴眼镜，那他伤害更痛，效果绝佳，打穿了，打穿盾嘞、欸，啊死了。哦，来，我配合你，我先帮你破盾。好，失败。啊，电光自然失败。没破到，加油加油加油！我醒了，我醒了，我补满血了，我回来了。没事，他倒了。大珍珠，有人东西喷了满地哦，那是我吗？好像是我哎、欸，应该是我，应该有东西掉满地，我身上是满的。啊，应该有一些东西我掉到地上，他去捡走了。看起来都是果实而已，我全部丢出来，我只捡了一个大蘑菇。那个有人说糖果只是标记，说是要升级，所以你还是要让它升级。那没事，那我把它放，不用带糖果了。好，还好我还没喂。没有，你喂了也是升级啊。不是啊，不是我自己的糖果，不要浪费人家的嘛。再还就好了、啊。有借有还啊。对啊，再见拜拜啊。啊，不借就不用还了。哦，有道理，好像也是哈。对。矿石，杰克说什么铠甲矿石可以换东西，是不是？之后的样子。我今天听他讲说什么，好像已经弄好了。弄好了吗？我知道他之后说凯的那个商店有开。哦是凯那个公司啊，对啊，我去看一下好了。menu 是铠甲吧？铠甲矿石，看一下哦，还是矿石方便。嗯，不稀色啊，别打啊，是招式啊，招式的样子，方便是主世界，然后招式机，主世界在哪里？我顺便带你。我要去哪里？主世界，点那个泥土。世界 ，OK。啊，来来来，后面。啊，也真这样。哦，多一个哎，那个。哦。干嘛？选一只宝可梦。哦，都是看不懂的。重新学招式哦，好亮哦，这画面好亮哦。这是让你重新学你曾经学过的啊。左边那个是就是新的那个宝可梦 DLC 的招式。哦，无法学习，无法学习，无法学习，可以学习这个爬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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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对手背后爬进行攻击，怎么听起来就怪怪的？降低特攻，就从后面扁他。哦，这好强哦！腐蚀气体可以用强酸气体包围附近所有的宝可梦，并且把他们携带的道具融化掉。哦，哇，
哇，好困难。你 PK 带这个的话，你会没朋友。你打集聚的时候用这个是不是会全中啊？好，好像会哦。灵烧，哇，好像很强哎！操控对手的持有物进行攻击。如果对手没有带携带道具，会失败。报恩，你们教学报恩是不是？为了训练教学，你亲密度越高，威力越大。一般性，我挡住了。一般性攻击。啊，黄色召唤，蓝色。柔道具这个好过分。嗯，感谢苏格月订阅。哦，五鬼就算了，还有其他只的。好啊，你给我兔子配刀啊！请给，请给。嗯，好吵哦，闭嘴。欸，他要费用吗？没有看到欸。我以为他板白就是白色字体吧，那我钱扣了这样子。会哭哦，我会生气哦，我会难过。我会生气。学习无法学习，灵烧可以学习。啊，就只有一招可以学哦。你的吗？对。我超多的欸。哦，有老板要进化，终于。老板进化了。老板进化。什么看不到？他这个视角是发生什么事？啊，这么近是不是？我他等级上去，我看一下等级上去，现在是几等？52。还有一招喷水可以学。哦，按属性。嗯？喷水 SC 哦，白痴哦。我已经学会了。嗯？要进这是进化不给看。四个，把喷水给掉了。这里，哦，是你们讲的，不是我讲的。讲错，他讲什么？老板变坏变胖。哦，谁笑大声啊？天啊！灵烧哦，哇，好可爱。哦，老板跑很快。这是 PVP 招啊，这感觉 PVP 招啊，骑在老板头上，就是要赌对方有没有带路，有人骑在老板头上啊，好爽、啊，喷水还不错啊，可是喷水他没有血伤害多少啊，这个时候血量越少，招式越威力越小，所以他是100%算趴数嘛，如果100%的伤害就是100，那这样子招好像蛮强。被 TC 报恩报仇，冰冻学提升拳。好，所以我现在学了飞踢。哦，老板被打爆了。报恩。可是我这次还没培养好啊。什么？我抓老板就只为了骑他头上，真是套说啊。哎呦，原来你是这样啊！哦，还没有想骑老板就说，等下很怪怪。哦，我没有。先击球，哦，超31 31 31耶！哦，多边兽，哦，山地龙的身体。哦，你做那个还是？我做医疗机，我擦屁股了，擦尾巴。多变兽的身体，大奶罐。我也想玩速度攻击啊！下了哦。可是我这只有点 QQ 哎、欸。PIHP 跟防御特攻没有，我只能刷那个。攻击速度，我个低！哎，等一下，我这是宝可梦病毒的吗？什么鬼东西？啊，什么病毒？你们打开那个统计吗？开药。
统计概要。那个你们左下、哦、右下角有这个吗？病毒的图案。没有。啊？这个没差哦，好吧。绝绝兔的关系吗？不是不是，我全部都中毒了，都有病毒。好好。宝可梦病毒。好好。哦。很棒啊，提升经验值，我知道啊。哦。跟杰克说一下，是因为那只角色的关系吗？杰克，病毒是好东西哦、欸，是好东西啊。进度吗？没有，就走统计，统计没看到啊。有没有人要啊？我可以练一只传病毒出去哦。传病毒出去，对吧、啊？好酷哦！只要身上有一只就能感染其他只哦。哇！对啊，哦，怎么会有啊？哎，繁殖它是爸妈各取四个数值，是不是？然后另外两个随机，是吗？还是五个数值？我忘了。R E U N 不知道。R E U N U O K E Pokemon 繁殖。啊！捕捉时有几率抓到病毒的，哇！我抓到了，防疫破口就是我，就是你了。我们聊天是知道这东西的，繁殖是什么？取几个 IV 之类的。等我一下，跑一下光机。IV 遗传是哦吼。等一下，刚才这是什么？病毒练努力直接加倍，对啊。如果父母之一带红线的话，会随机遗传五个个体；如果没有，就是随机三个个体。哦，生三是这样吗？嗯。是不是就是爸妈总共六个，总共十二个嘛？嗯，然后十二个就是取三吧，就等于说你儿子里面有六个属性，有三个是遗传爸或妈的，对，另外三个是随机。那如果你有带红线的话，是遗传五个，没错。啊，有没有红线？你没有吗？我没有，有啊。我有哎、欸，在一个大王大师球，哈哈哈哈哈！红线哦，是他。十个神奇糖果，好吧。好。好。哇塞，熊徒弟出现的几率太低了吧？那新的啊，零点七八哎，太七八了吧？零点七八，耶！早知道那时候就选他，不选老板的。老板的几率好像高一点。绝了！大神奇，真的。哎呦呦！大师球就跟崇高石一样，很高的哎、欸，真的哎、欸，哇塞！就把它带到身上来，然后再给它红线，再把它放回去，然后再把它放进去，然后再把它儿子丢掉，抓暖暖煮好了。但是他也不好出，不会吧？不知道哎、欸。EWPID 哦，3.92，谢喽。哦，不对的，会出现。大师兄应该是禁止的吧？啊？禁止了吧？我禁了。我有两颗大师球哎、欸。哦，有钱人。没有，我没办法，我需要他。我还没拿过大师去哦，可是你有阿尔宙斯的笛子了、欸、
那我跟你换一个大师兄。那就是那个给我，对，底调如何？好，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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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诶。我最想熊徒弟是神兽啊，他是神兽的等级啊。哦，那难怪这么低。真的，真的是零点七八哎。我要的那只神兽是。等一下，你这是第一次啊！你头上怎么了？为什么你头上什么东西？这是那个啊，我打赢那个有 Mega 进化的。哦，他不是在手上的，是在头上的。他现在有头上的了，上次不是有个项链吗？跟哦，对啊，他有多新的是在头上，想说试试看。好像伤疤。要了，笛子给你了。好了，這個、好了，好。丢掉。哪里？我看到他，一下就是玩繁殖的、啊。过来，我去 hunt 好了，我去 hunt。现在是这四只，你抓过来，先杀掉好了。哎呀，先来抓 ，R E N U I。那 ENUI 这个对，我想要干嘛？嗯？哎、欸？罗颖，你看这只，你看它文这个英文字是写是不是对的个性？因为个性也有要求。哦，个性也要要求。如果他写说什么 sorry 什么什么，那就是你抓错了。我现在孵蛋好了。他是要抓是不是？对，要抓的，不是打掉，要抓。早说嘛，我直接把他打爆了。现在蛋，你直接把他打爆了。嗯，你在哪一只啊？海底的那一只。哦，滴猪。T I K I P E K。T I K I P E K。快走。EWP 等一下，是不是也可以这样子？天机桥，哎呀，可以先看是，可以提前看蛋里面的属性了。啊？因为有那个、啊、IBS 了啊，对啊，不过还是要继续孵了，我想孵社尾出来。哦。对啊，以前就是先挑蛋走嘛。不行，就直接把他杀了。哇，他这样好像就太 OP 了，对啊，有点太 OP 了。所以我还是会继续扶了。我觉得跟杰克讲一下好了。嗯。啊，这是什么？他是要求 IV 吗？个性是这三个。可是杰克说，阿尔宙斯一开始就是一般啊，不用一般死。I V 也是好像可以查蛋的五 V 耶，对啊。哦哦哦，那我就不要孵这颗了，这颗老烂了、哦。可他搞不好是色尾啊。哦，还是你就是要满的。I V 错的，对 ，I V 错就算了。哦，不是，除非他已经就是四 V 五 V 的，然后再孵看看那你就丢掉啊。你就是那种在照灯有没有啊？里面胚胎是死的，丢掉。对对对对对，胚胎死胎死胎死胎耳胎。嘿嘿，你说哪边可以让宝可梦学他曾经学过的招式？你到主世界里面拿比较快，拿什么？我在主世界，对对对，等一下，再传奇主世界。我要求你来来来，记好很远哦，很远哦，等一下吧，哎，很远哦，路很难走，路超难走的哦，哎，我老板昏迷了，好，要爬上爬下的，你记起来了吗？怎么走？记得了吗？哦，很难走，对不对？超难走的，哇，超难，这也太远了吧？哦，孵出来就没，原来是要钱的，哦，重新学习，好 PC 的东西哦。没孵出来就没有弃养的问题，没事。对，
哇，你这就是怀孕的打掉就没有责任嘛，对不对？他还没成型，他还没成型。哟，他受精了。他没事，那个几亿个，我觉得不太妙。你再讲，你完了，你完了。我觉得不能再讲下去，没事。哇，我觉得小雨铺这个好好看哦。干，小雨好大工程呢。小雨大工程，我看一下。带你们家是？你 TP 我。TP A。啊，抓这个，我不如直接去打积聚洞。哦，那边是我们家，那边是我们家，我们免费。美纳斯四星、要不要打？我在等。哦，海上道路，我去了，我来了，我来了。四星钻堂，哦，果。哦，你为什么往下跳下去？哎、欸，不见了。啊，哇哇！那个上面也要是显示说剩几秒，剩几秒的啊。对，好有事、我要去找积聚洞。我觉得找完这片还会被小雨停掉。嗯，积聚洞，萦绕一下哦。看一下有没有 Hunter 吗？二星小巨鳄，这我就自己打了。我觉得四星以上再来揪就好了。嗯嗯，这只是什么？变电羊。啊，这一款吧就是《农场物语》啊。你这只小巨鳄，怎么了 ？NPC 哦，他把我的球给弄坏了。你掉他嘴巴里面，他一口咬爆。一线三秋，我们家附近就有了，对啊，格斗系的玩力要不要？我帮他回，哭啊！你还没开麦？他没开麦，哭啊！婉丽不好吗？圈圈二热，婉丽很可爱呀、啊。那你抓，你去抓吧。他不是我的属性，他不是我的属性。你可以抓来收藏，可以抓来放你家放满。他很可爱呀、啊，为什么要这样子欺负他？我没有欺负他，要嫌弃他。我没有嫌弃他，我只是不想要而已。这是嫌弃他了。没有。二 B。嫌弃他说：“你怎么烂东西，怎么到处都有？这才叫嫌弃，好吧？有落差是不一样。可是你心里是这样想的，你不要讲出来了。要没招式了，被他打赢了。成龙要不要？成龙，达普拉斯，四星。我回去补个血，我马上过去。”我先控制他。刚才那只是准神，真假的？我打掉了、欸。光没看过他，我就打掉了。光传送了要求。好过分。我要控制他。我来控、啊。好，你要控制他，还有没有人要 ？Man。Man。那就我们两个人。好。等一下啊、哦，站上去，好，站上去，啊，好，站上去，啊，胖，啊胖，你说谁胖？我说拉普拉斯，很敏感是不是？四V出现，这没四V啊，这只有三啊，这个还算吗？
第四个一定会留啦，三四会留，哎，三四哦，快龙死的，快龙直接被打下去了。他刚泰山压顶我，然后压不到，哦，呵呵 ，EU 是这个意思哦。这样吗？这只吧。压一压我，对，打我，打不打是打我。哦、这只母的是什么？忘记了。快龙回来了。这是宝可梦，为什么它的头是正方形的？不是，我没有嫌它。正方形的。哇，冰属性的。弓。长方形。弓特。刚才是我需要解答这只是什么东西。好了，这次可以抓看。我要找一个体力速度母的，体力速度母的。有了，抓到了。什么东西啊？变抓到了。体力速度母。啊，他竟然没有给糖果、哦，你好烂哦。会特冰属，这次的速度只有一耶，好高哦。放生。好了，不要了，溜走了。这是什么？我没有、哦、冰企鹅哎，冰企鹅啊，哦，冰企鹅，对啊，那头上是这个冰块，它因为它的那个图是头长方形。那先这两只。什么鬼？为什么要有个电视？冰企鹅为什么带电视？对啊，他为什么带了电视？我扁他两斤了。他是从非常寒冷的地方漂流来的，他随时随地都用冰块来冰镇自己的脸。哦，对这个。那所以他、哦、他漂过来的时候，他就是就头浮在水面上这样子、啊。看呐、啊。特性是结冻头，头部的冰会代表自己的承受物理攻击。哦，代替自己承受物理攻击。所以他就是血越少，他的头越来越小，是不是？然后下冰雹的时候，他头冰会恢复原状。补血。Cool， 好好呆哦！小灰啊，叮，您的餐点好喽。灰剩1.8%啊，爆开了，没了。我顺便看一下弄个性吗？会啊，个性个性再去抓，个还是个性，个性用那个就好了，道具。boss 来来来 boss 来 boss 来鲤鱼王 boss 来碎啦鲤鱼王 boss 105等哇哦哇算烂算烂鲤鱼王睡着了来吃你的梦鲤鱼王睡着了鲤鱼王嘿有一个四星的要不要打我不知道它是什么好像是什么龙虾太大了吧在孵的同时顺便用啊看到没有、哦、好大哦等一下这个是摩托车吗旁边带了一只就是那种旁边有一个侧边有一个轮子的那个摩托车那我要用什么什么是物攻速度的是什么那很像啊那个摩托车旁边有那个小小座位的要不要进来哦哦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没有了，打了四星的水系，没，我四星要先练的。你知道，有人带鲤鱼王啊！啊，刚刚那个好像也是我。为什么到处这么慢？钢炮必吸啊！我们有人带鲤鱼王了上场啊！我知道可以遗传个性啊，我要什么个性我不知道啊。我靠！哎、欸，他旁边那个小小字台是他的身体，右边那个大头是他的钢炮、欸，哎，对，他的手、喔，哎、欸，这里有我要的，我就看看那只鲤鱼王他要动什么。爽朗啊，鲤鱼王会水炮，哦，70的鲤鱼王水炮好强啊、喔，哦，那不就还有刚刚打那只 boss 没有水炮喷我，爽朗固执哦、喔，没有哎、欸。下面的宝可梦对啊，这次也是，那是队友啦，不能打他啦。有哎、欸，是他哎、欸，
你要打队友？试一下。有观众说下面的人也可以打，他是队友啦。谁？他想害人谁？啊！我大师球用完了、哦。啊！大师球用完了，这什么发言？不是啦，高级球啊！哇！大师球用完了，讲错了嘛？明天再去进一下货好了。我再去补货啊！我回去补货。我的高级球哦，这里有。这里。好，我们继续练，把它练高一点，升级。雷之石，纯金珠又有一颗了。纯金珠又有一颗，可以给我啊。好的，累积多点一次给你好了。我可以各种神鸟来，各来一只。各种神鸟。嗯。对啊。你可以就变成神鸟国际。恶心妖膏，光之粘土。哦，没用。没事啦，大师球就是这样用的啊。大师球这样用？对呀、啊，你不知道吗？好的。你说抓绿毛虫？对啊。音乐不，音乐不，音乐不。干嘛？音乐不要，不要放下那只，住手！那只怎么了？怎么了？住手！不，允月，啊，住手！杀错了！可恶！哦，被抓到了！这只对啦，是这一只啦，怎么了？对，就是这一只啦。可恶！没有。变卡啦。OK， 好。刚刚这只，我取消。刚这只是什么？DEWP 有了，它是新的了。到时换一下位置。能量球，木球可以好这样子。破坏光线，破坏时光，破坏光线，破坏时光。啊呜！不敷多支一点吗？等一下啦，全部丢弃。一般系。会很下回合不能移动，虽然攻击力高，但是下回合不能移动，算了。啊，是球用啊，就像大佬说，崇高石花不完的概念。没有，他崇高石拿一点白装。哦。小。去。元宝丢到水里了。方便。吵！没有的哟。谁？没有，我是说，你说谁丑？胖！你说谁胖？嗯，那个熊猫，我是说流氓熊猫。哦，会胖吗？可是他金字塔还好吧？他听不下去了，他怎么他离开？蛋！这任务解完了没啊？设计之心，捕获一五十只吧。本王这个没法看，没办法看。啊？嗯，五十只的话，那就是我今天就是下午在玩啊，我就是连锁二十断掉，连锁十只断掉，这样子连锁断掉啊，就知道自己满了。哦，不然就是你身上准备一颗，哎、欸，不对，有时候也不会抓啊。你准备五十颗大师球，50颗大师球，你这样就绝对绝对知道你抓了几颗。跑鼠跟龙鼠的四星，
Lampent。你愿意要吗？啊？草鼠龙鼠的事情。我可以了。草龙，可我来。草龙，对。存点要怎么删去啊 ？Delete 啊，你那个刚哈基有教，可是我的方法跟他不一样。你存点是要 D E L home 吗？不对，那个是以前的。龙用妖精，好。你可以直接覆盖啊。哦哦，苹果龙。苹藻龙，苹果龙这样子。哎 ，You have already said。那其实你上面是就直接告诉你说怎么改。哦。它好像表情符号、哦、那个翻白页这样哦。哎，对。我们三个吗？阿汪有要吗？你们先打，我在研究。你确定吗？糖果哦。对对，升级哦！不要了，不要不要，你用带我免费的糖果哦！我操！太凶了。龙鼠，幽灵跟龙应该没有复刻什么。那苹果龙，果里龙啊，苹苹果龙，苹果龙，我、哦、是念果。金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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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他可以一次打四只哦。你说你的招式吗？还是他的招式？他的。我想说你四个人都扣血的、啊，搞不好是你打的啊？我怎么知道？你刚刚是想害我们？我很怕、欸。没有。然后他打四只，然后看到大家都扣血，发现那个谁打谁哪好像哪里怪怪的。你发现我放了一堆毒出来，然后发现你们道具全喷光。我的道具怎么融化啦？神奇糖果哎、欸，真的说有就有哎、欸，我只有经验糖而已。爆开，不得故意。我听到金嘎，就在旁边那个金嘎、欸，爆开了。旁边有金嘎，烂，还有球爆开的烂东西，烂东西，你浪费人家大师球。对呀、啊，大师球贵、欸，对呀、啊。对，我是高级的大师球，真的香槟香槟，好他骂你喇叭，不是啦，喇叭呀，他说你喇叭，我听到了，两心的死了，呵呵，牧场机组，啊，我知道鹅卵石有什么用了啦。玩家 PVP 有经验吗？应该没有吧。做活塞啦！好、哦，活塞，活塞啊！牧场机组会需要啊。哦！奇鲁利安，一下就死了，废。你打错指令，我想说他那个剪哦，我是打剪灵，他是哦，是哦，碎碎哦，我想说，为什么突然多这么多 NPC 跑出来？因为我在打了，哦，还小我下来都看到这个洞旁边，NPC 也会打极巨洞吗？我是 NPC 啦，啊，我是啦。按日月版之后很喜欢取谐音。电脑。海上的集聚洞是不是比较多啊？红石灯。这个走路槽也太大了吧！他那个影子直接把他是什么属性盖住哎、欸，不让你看。你猜不到，你也不知道我是谁。哇塞！他连星星数也不知道哎、欸。可以用格斗，一般系只能用格斗打他。不是只能用啊，是一般怕格斗。有加成啊，有加成。对啊对啊对啊。直接打住。哦，这应该一星而已、啊，走路草。哇，这都是打那个托哥德吗？拿到的。好有在
吃我的球啦。哎、欸，那个光不见了，哎、欸，光又出现了。哎呀，哎呀，我球给拆了。哎呀，哎呀，再出去。这是什么？怎么又拆我的球？叮叮叮叮叮，叮嘎，叮嘎，叮嘎，叮叮叮叮。幽灵，有一个茶杯形状的幽灵，这是什么？那个叫什么湖？是要来吗？要不要顺便抓他看？麒麟，两星而已。幽灵的、哦，对，好啊，好啊，好啊。啊，怎么就刚好差一发、啊？怎么了？这是麒麟骑士超能力系的哦，我全部都怕哎、欸，我会被磕到歪头哎、欸。来一个，来一个，这就是毒师。来杯茶。对，来杯茶。来，来杯茶、哦。对，你看你要不要来一杯茶、啊？就那个来杯茶。你真的是。这，那是不是他进化变来两杯？来两杯茶，来两杯，没有，他进化叫续杯，续杯。后面的宝可梦都取名真的是哦，下去，神奇糖果。哎、欸，可是有时候在看宝可梦新的，都会觉得。到底是因为他后面真的很怪，还是因为是自己老了没办法接受新的东西？那个叫做布斯湖，不，不是布斯湖，啊、布斯湖、哦，对，布斯湖，斯乐冰的斯。哎、欸，去去去，布斯湖，干嘛啦？哈，想打架？哦，这只血量、防御都蛮高的。收藏，幽灵系收藏。嗯，是这样吗？这是什么？嗯，啊，我不会做错了吧？不输。牧场。系。单打。请问粘性活塞可以变回活塞吗？不行。哇塞！它已经粘上去了，就像口香糖粘到头发一样。我舔嘛，我舔。像口香糖粘到头发一样。我舔行了吧？有没有搞错？你给我超小颗的糖果，好、哦。咬糖果。你还想他至少给你糖果？也是啦，那小糖果才一百的经验呢、欸。自动铁针，自动好了，给别人做自动铁针了，不做了，不做了，不做了。生气了，生气了，太丑了吧？对啊，我气死了。自动铁针，我是想说用别人家就好了。哦、不用啦，我用那个敲就好。嗯，怎么我的乐泰龙带着水宝石啊？啊，你是不是刚好吃东西点到它右肩放出来的时候？哦，有可能。对啊。我说怎么吃上带你带水宝石要干嘛？我很渴。这是啥？超能力三星。四星啊，不是三星，土跟钢，土钢，一下，地属性跟钢属性，它是好像一片纸一样，一个纸哦，哦，什么？加热的，加热的什么？弯曲的汤匙。啊土跟钢，地属性跟钢属性。刚刚是这只吗？泥巴鱼，好哦。跟鲨鱼，二宫，利用水觉醒之石，就这两只。哇，你太四格盾，你也太凶了吧！
金蛋的吗？有诶、欸。下去。下去。下去。地面宝石。其实可以叠在牧场基础上。什么意思？啊，不让我收服。好啊，不收啊，好啊，不收啊，就不收啊，那就不收啊，奇怪、欸，不收就不收啊，怎么样？收就不收啊。哦，太多牧场机组还不给放，好吧？附近太多机场那个牧场了，机场啊，就叠上去。你是说这样子吗？头上叠头上吗？可他吃的是只有那个他。白色的那个范围的下面那一个方块啊 ，Hello 麻子，虫怕火怕飞，哦，牧场升级机组组件，哎呦，许愿池出什么？这什么东西啊？两星打掉，灯笼鱼吗？双龙鱼，灯笼鱼对，双灯笼鱼。我知道了，之后看到宝可梦，我就看他的影子，然后帮他取名，然后我抓到他就是那个名字了。那下次问你的时候，你帮他取新的名字哟。每次的名字都不一样。我知道，他上次我抓过。他叫做我想想，灯笼鱼 EX。这只应该是乌龟吧，尖头乌龟，好像就尖头乌龟了。你说巨噬龟啊？看一下进来了，摇摇龟，好、哦，摇摇龟，那叫尖头乌龟。Bingo！ 感谢小月的七个月。yes， 我看他会不会哪一次都刚好真的跟我取的一样，下次就变成尖尖龟了。就是我是谁？明明猜对了。不对哦不是哦，你猜错咯。哎，有个他自己要不要又是个幽灵的，而且好像是刚刚那个茶杯的进化系。来两杯一个茶杯，他变茶壶了，卡住了，我是不是卡住了？我好像也是一二三，网络是不是哎卡卡的？哎，我没事了。好的，一二三，哎，一，好的，好吧，又是我，我换另一个，很断了、哦，整个卡住，不思湖，我在哪里？我是谁？我在干嘛？阿进，你要是要捞水对不对？好，是新的，还有没有人要来？要重要耕地哦、啊，好，等我一下。你先帮他控制吧。你那边刚啊，那我回来再用好了。TPA 来了，来吧。不思湖，哦，这是他不思湖。不思湖，幽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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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只啦。幽灵，我一般啦。不思湖，金嘎。金嘎，十七速，刚洗脑按错了，我家下雨啦，下雨啦，会下雨，对啊，会下雨哦、喔，我家啦，我家啦，不是游戏，懂，金金。嬉闹，我是不是应该去找一只有没有可以多段攻击？没有用，啊，都没有用、啊。嗯，所以它一样是一下一下破坏啊。对，就只是你伤害够高是可以穿盾的、啊。哦对啊，去死吧！下下，哎、欸，他说去死啊！你的快龙就受伤了，你不觉得这之中有问题吗？好像哪里怪怪的哦，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哎、欸。很奇怪。哎呦！爆了！对啊，怎么感觉金冠很廉价？没有，金冠其实还好，银冠比较好拿到。好、哦，是不爆了？完了，听不到你们声音了。完了，雨声盖过了你们的声音。哇！当雨声。你要我怎么接？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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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不能跟啊，没办法跟地啊，雨声超大，对不对？我有双金冠了，我听不到雨声，我也听不到，听不到啊。你们那边没有下雨吗？没有，没有，没有吧？没有，什么用啊？你做制服膝盖时可以增加幽灵系的伤害，要吗？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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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yeah. ！好好，再十个糖果。哈哈哈！好贵。好。我给你这个，跟这个。我不要，这个，哦，这个是什么？你是偷盘呐？这不是那个嘞，这个很好用哎。你好，我用不到这个。各种球哎，加起来40颗哎。你好，好好用哎。好，可以。你知道我要干嘛吗？丢懒。哦，对，我要底盘。对耶，怎么想到这招？我就只是要他底盘。什么？我听着可能刚刚，我听起来好像还好。谁？你怪怪的吗？我不知道啊，有声音，有电音吗？我刚刚是听音乐有啦。有，你们都电音呢。这只有我。你们重听看看。我听白星是正常的，之后它是电音。重听，重进看看，重进看看，我重进就好了。重进看看吗？我重进一下。喂喂喂喂喂。喂喂。有了。那其他人听嘞？我听正常。一二三，这什么？这什么旧啊？电。对，我是刚读毁用。我们去 Hong Kong， 所以现在这个没有用，要打掉是不是 ？Hong Kong 的 OK 吗？一二三，一二三，三二一，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六五四三二一，没有比较好哎。我问一下，对不起，那这个我要怎么弄啊？这没有用了，用手挖挖土吗？还是挖这个？是我们的网路爆了吗？我是要挖这个果实，还是挖这个草地？啊、我们是没网路没断啊，只是不知道 DC 为什么下载还要300啊，400啊！哇，很好玩！不咋，哦，白痴哦，那既然有的话，我就不用种它了啊！是火属性，球盖还给我。给我球盖，球盖，有了，又播一个，哇，还我球盖！哥，你居然是遗传这种烂东西哦！我去找，哎，在哪里？哦，速度球，还没孵化出来，没事。我是用普通的快，好的。幽灵系招式上升，可是我现在耿鬼在用恶系的。这个，可是这是功能型的。我不算吗？哪边比较好练等？练等啊，幽灵塔。那边还有包那个哎、欸，可以补血的。对啊。幽灵场，幽灵，我打得到吗？
欸，你打不到欸。我是有二属性的招式啊，然后还有其他。那可以啊，那就那个招就好了。哦啊，你 TP 我，你 TP 我，你 TP 我。好。对，一个糖果。没有啦，没有啦，我已经打好直面了，快点，有鬼在扫。哎，那给他击。你可以 TP 我也没关系。对，我 TP 翻新了。哦。这边。哎。Boss。哦，为什么这边有黄的？是什么东西在提线啊？威免好了，睡着了哈。看来有人在交易。哎、欸、靠！他怎么一回头就醒来了？酷啊！啊！我要怎么看我记过的哪些点啊？你打我忘记了，今天杰克有教啊。痛、啊，然后打 L E 什么鬼的？哦 ，list 啊！对对对 ，list。哦，我还是有记忆嘛，我很尽力了。PC， 存一下位置哦。这里，对，下去。哎、欸，等一下，我抓怪了啦！你是故意的？没有，不小心的。你在骗啊！你在骗啊！不小心的，好不小心哦。等一下，我这边这个不小心的，我自己抢啊。这是什么？哪一只？你是谁？你是青蛙，我就揍死你！哦，青蛙，你这么气啊？因为我已经多到不行。青蛙，他是背上背了一个蒜头。打轰 S 也可以耶，轰再加个小 S，、哦、再加个 S。我好像输给他。重复球。我来了，我来了，我在旁边笑你。没有，这是六十五等，这是不会输的。哎、欸，他输了。什么？那我赢了。啊，你赢了哈？哈屁呀！哈屁呀！来拉出来。所以这个塔是怎样？这是幽灵塔。好东西啊。他是，你可以在那边祭点啊，就是他会一直升贵，那是升贵砖。哦、oh. ，不要把它挖掉就好了。哦、oh. 哦、oh. ，等下看到升贵砖那个好挖掉，我啪，直接哭出来。啊，不玩了，救命啊！对啊，所以会很开心啊。会，我走不动了。你不要离开那个，他们自己来找你。我走在里面，我走不动。你完蛋了，再走深一、啊，再深入一点。那我记得一个别的点，可是我不确定那是哪里。不赢 BOSS。我想要暗之石，如果不要的话，可以给我。哦，暗之石，嗯，他可以做衣服啦。套装效果是不会饥饿。哦，好像不错、哦。那可以，对吧、啊？晚点再多狂刷。死水天狼，日梦会直接醒才不会。高配，我都可以吃两三次、三四次高配。要敷大奶罐吗？那他那个会想敷啊？要怎么删除啊 ？Delete， 我记得晃 Delete 吧，或者是你直接覆盖的方式。你就打 home delete， 然后再打你后面那个代号。哎、欸、呀，我被吃掉两颗球。我要蛋奶罐啊！你是在家加的灵力？不是，我刚刚在丢球，把球座球盖分开，然后他就清了物品。我想要哦，烧了两颗球。这样吧，一、二、三、五星。五重系五星，来六 T 六，你还在刚刚先治疗一下，然后还要毒土犬，重系五星，来五点五龙五虾，五龙虾丢来喽，虾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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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纯虫哦？
是什么虫？看起来像柜子。昆虫系耶。昆虫。好像就草可以打吧？啊，鸟，我用鸟。飞可以飞行，飞行可以打它。对啊。哦，水哦，水火可以打了，水不行。对啊，还有多边兽啊。一般而已。哦，就是至少有十只。好了，够了。阿旺不来吗？女王。来，阿旺不是在旁边吗？没有，我刚刚是我要记那个点而已啊。你们开打是不是？哦、对，开打了。开打了。那就可能。好丑。虫系的话，拿节虫。岩石飞行或火系比较好。干来冠是喜欢它地面滚动、哦，不行。对啊，地光蛮雷的哦。它搞不好是水炮啊。水炮还是雷啊？它只有112D 呢，一二呢，是还雷的。点一下哦。点啦、啊。捉它。抓他！打爆他！有水炮，水炮被避开了。嗯，绿波绿波。又开盾，开盾。对，雷王，雷王死了。雷王在雷啊！绿波绿波。打死他！又避开攻击，神奇哦！经验糖果差一楼哎，哦哦，神奇糖果一个，经验糖果差一楼。哇，大奶罐呢？抓抓抓！它是敏捷虫，那我可以用速度球抓它吗？哎，这个又、啊、又有了。它又换字，然后我还没开始抓。北西啊、哦！臭臭你是两星好地打掉了。哎、欸，打开啊！打开它，不然我打你！哦，后底、阿罗拉的，啊，嘴巴好恶哦、喔！是阿罗拉的，抓抓，洗脑！哦哦，没事哎、欸。居然，招佛是牧场升级，又是牧场升级模组，阿罗拉形态哦。所以阿罗拉那边是被辐射影响，所以那边的暴恐龙都长得很畸形，知道吗？你看一下那个，你看一下那个喵喵小拉达就知道了吧。我原来是在这个附近哦。哎呦哇、欸！啊，我影响勇士，怎么就改名字好哦？开很久了。哦，这个塔好吵啊！哪一个鬼石头吗？叉叉叉叉叉叉！我们在这边练片，你们吵死了！吵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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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我觉得语调很吵。吵吵吵吵吵吵！阿罗拉是夏威夷哦，啊不是核电厂、啊，不是啊，太近了，什么东西？哦，是老板了。吵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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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吵，几颗啦？蛋好。有战吼，这有战吼。哦吼！有技能，技能战吼。对啊，降低对手的攻击和特攻、哦。那会有红球吗？可能有。嗯。哦，球球球球球。这有耐久度吗？这好像都没了。去这边。
剩几个？八个。哇，太洗经验了，这里。对啊。关键是很好洗。咦？那怎么来就不见了？哇！敲敲敲敲！有耐久度，所以要附魔是不是？这里怎么会有你？你是找王？你怎么会有找王在这里？大菊花，四星大菊花。等一下，我抓一下找王，把他挣脱了。该怎么办呢？啊！我快龙睡着了。对，对，好睡满。金坤呐，是不是点错了？对不起啊。一心的都给我打掉。好像格斗招，对，有理智，没有效果。我也是啊，每次遇到一般系的就啊，真是我在干嘛？巨翅飞鱼四星，只有巨翅飞鱼跟大菊花都是四星，为什么没有沙轮？敢先，唰，好烦！等一下，唰，让我自己打掉喽。哦，哎、欸，老板可以克哈气耶！哎呦，老板有两招二属性的。哎呦，我来了，还有人吗？四星大菊大大菊花吧。对，你们打吧。我来了。啊，这样。劈我！老板，你卡到墙里，老板。自信哦。哦。煤炭龟，小炭龟。炭龟。煤炭龟。大竹葵。大菊花。哦耶！宝可梦模组有没有材质包可以自己改它的音效啊？你想干嘛？打完我掉到水里。Baseball 搞不好可以替换它的音效，那边噔噔噔噔噔，那不叫感觉。是那个可能版权哦。自己用那个啊，那个音阶盒啊，音阶盒弄出来的、啊。哦，不是你自己的，噔噔，你的宝可梦收喽。还剩下第18是快要下午了。啊！还是我记错了。你也太快，踢下去脚麻了。哇！降低速度也降低太多了。他一直狂降。这次塔是可以练到几等？你想练到几等就练几等、啊。哦。他没有经验。对啊。啊！碎了我的球。球碎开啦！我买一个、哦、四星的，还有啊、哦，巨翅飞鱼来了啊！小辣打出来了，再一次，这一次狂点就好了。要溺死了！溺死了！溺死了！要溺死了！来来来，上面有荷叶，上面有荷叶，上面有荷叶。啊，我把荷叶放到洞里面去了。对，它很容易放，很烦。啊，溺水，要溺水了！我溺水啊啊啊！我那个球，我那个溺水，我溺水了，我溺水了！打到一半，直接死去。聚宝弓。哦，好多，他盾。
巨宝糕。哎呦哎呦哎呦！可以在治疗机的下面放红石讯号。太，然后说可以有红石讯号。哦，治疗的时候会出红石讯号，就是。嗯，就自己用。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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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对吧？不对啊！哎呦，好像不错哦。有换你水了，换你水了，换你水了。回去补血，我先回去补血。滚滚滚滚！啊，碎开了。滚滚滚滚！然后这样按知识把它收集一大堆。你要支持干嘛？做套装啊。哦，那可以干嘛？嗯，效果是不会饿肚子。哦哦，那海洋的就是水下永久呼吸。哦，棒哎，觉得很棒哎，不会饿肚子太棒了吧？那天观众打了一堆。总不会他是消耗那装备耐久度来吃的吧？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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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说你们只要不要在游戏内玩 PVP 什么之类的，理论上是不会爆。好，是这样子说理论上啊。所以一整套才有效果。对啊。可以，也可以先鞋子可以晚点做啦，因为他鞋子也是有加50%跑速。哦，那我要去刷咯，因为。幽灵塔是打得到暗之石啊？对啊。黄打。暗之石在平原也挖得到，可是那是碎片吧？对啊，碎片应该是碎片。感觉雷之石也不错，速度二再加额外的50%跑速啊，可是会饿啊。雷之石好说。雷之石是挖掘加速二哦。都很棒耶。挖掘加速挖矿好像也不错。没。啊还有水。黄昏这个球真的很没用。黄昏一段时间。所以我才给你啊。真的是很没用耶。抓什么什么都跑出来真的是好烂哦。你可以全部丢地上，然后你就有底座了，免费的底座。我刚刚已经丢了一堆了。哦，那好像也可以耶，就是啊，不行吧，当时设定好要抓人，然后传过去，然后视角转一圈，没有抓人。大坦克，啊，这只哦。路卡利欧，我要！不是的，路卡利欧是那个 hunter 狩猎的。哇，小朋友举手耶！哇！我抓他不知道抓多久，只用路卡利欧还可以克我自己。N A R O， 没有。好的。这是什么？嗯？日星的超能加水，还是五星的再找就好了。我觉得四星好像蛮太好找了，五星再揪，还是你四星里面要？四星就有机会得到那个啦，阿尔宙斯的鼻子啊。哦，对啊。我来了。等一下，我以为还在。打旁边的一星的，
仅仅在黎明的那一两分钟才会变成绝顶怪物，再用幸运稿去挖合成。但当傍晚黄昏一两分钟，圆月是原矿吗？哦，好，我来。还是好饿，离不开圆月的萝卜田。你吃了四天了。来啊！对，来。哎、欸，茶要来吗？茶先来吗？好好好好，传我，还你，传我传我传你，我想还你什么？啊！等一下，谁？好，等一下哦。好，我给你们看樱花鹿。好了，来，把那个音效改成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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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魔眼彩皮，好丑、哦。这个团团感觉很爱耶。好丑死了！这个嘴唇，我觉得团团应该很喜欢。没有抓鸭嘴火兽给他。牙齿是三角形的哎、欸。对、啊。没有，不是牙齿啊，你看那个嘴唇啊，嘴唇。嗯。他喜欢厚嘴唇。哦哦。樱花下去。我的樱花，三十五等。三十五等。下去，难过一颗意念头锤。我不想收他，好丑。啊！他进你这烂球。那什么？那什么？那什么？青蛙吧。对，又是臭青蛙。我是不是应该把臭青蛙移出我的那个标记？每次看到都很兴奋。哎呦！你到东西啊，什么东西？臭青蛙。你为什么不把移除？移除啊！好吧，好吧，移除，移除，移除。毛发每次去都看到，又是他。对，靠！哇、欸，有东西，有东西，有走去看，哭啊！烂片，烂片，很吵。你说他记啊、哦？他说他记、啊、那个烂片，所以刚刚他记这样讲话，所以你说阿草啊？我说我只是想起来那一只哦。你那哈记害你想起来的嘞？好，哈记想起来还是害怕想起来，就只是害怕想起来吧？是没有怕啦，就是操！我把哈记这个烂球丢完。是烂球，害我每次都选到他。烂球好，啊，爆了，哭啊！神，我家补个血。Lampent。Lampen 自己带回音是不是？超吵的，那边超多超多。哎呀呀呀！想说话。回山。这只是什么 boss？ 哇，咬咬规律 boss， 感觉超强哎！哇 ，boss 吗？还是巨动？哦 ，boss， 要求他怎么那么痛？要求天啊你！刚刚一百灯死掉了，被乌龟咬死了。啊，没事，还没死。是不是又骗？又骗，又骗，又在骗。剩下一咪咪而已。家里旁边有一只咬咬龟，在微波炉旁边。微波炉旁边。我发现我们家附近的海上是不是集聚洞快被全部连起来了？对啊，这是小雨的，我觉得小雨很棒哎。他把各种集聚洞连起来，我天哪、啊！超棒的！我跟你说啊，就前面那个左转呐、啊，哪一个左转？你到哪里了？这太多都连在一起了，太好厉害哦！
什么？动员熊啊，他长得好流鼻涕的啊，很可爱。他头好小，不就是泳圈？这只是泳圈什么的？勇气鼬吗？浮潜鼬。哦，哇、哦，五十等哦，哦，可以，你都几等了？我的老板是四等，这好像可以啊，是赢了哎，哇，赢了哎，居然！哇，老板你居然赢了哎，哇，老板你好强哎！哇，老板好强，老板，我好意外，你怎么赢了？老板，我以为你会输哎。哇，几句话鲤鱼王，好啊！说什么？有有有有有。几句话的鲤鱼王来了来了来了，你等没有？来了来了来了，他是我的队友，他是我队友啦，我不管啦，他是打完了啦啊啊啊！队友几句话要说啊，我是当一个几句话鲤鱼王，冲啊冲啊冲啊！哎、啊欸，这什么？哎、欸，我没看过这怪，这怪是齿轮，两颗齿轮，这什么？齿轮啊，还会掉钢，还掉那个。球盖的材料，其实三四年前我们就是狂刷他的。对，我们那时候是不下矿的，在狂打。你们要打四星？好啊。四星啊，好像可以耶。可是我这里好多一星的，好，我先过去。EPA 啊，我来了，来，这多一圈啊，他的进化吧。哇，你看到你老板了，好帅哦。嘿、okay. 嘿、哦，我要格斗，我要用那个咬你，我用格斗咬你。上用火或格斗，或者是地面，快点都行。交给我们的格斗上啊！啊，我用电好了，感觉我属性都被他克。我差点点错了。电，我属了。他们不怕电的，我记得。怕电吗？刚不怕电不是吗？我看他超刚哦，马上课表是没有课，没有备课啊。哦，就一般一般。对啊，我看是没有课，也没有备课。晚上好，晚安晚安。电才对啊，因为刚会导电啊。他应该更触电。对啊。龙的招式，龙的招式二分之一呢。金金金金金金金奇金奇金奇哦！哇，盾好厚！哦，老板下去！老板哭了。可以上一步啊！不导电哦！踢他！战力小子，加油！可以啦！下去！哦、神奇糖果两颗哦，没有糖果，特性要高耶、欸。他技怎么不见了？他技怎么跑那么快？哎、欸，你看这个，哎、欸，看这个，这是什么？效率一木炭，为什么丢这个？垃圾啊！你哭啊！嗯，怕你没看过嘛。好、哦，这世界，这世界没那个数据看过这个东西，对不对？哦，好棒、啊！你要打吗？旁边那个也要打吗？两星而已。而已啊。哦。抽糖果。我要去。抽糖果，抽隔壁。哦，老板躺下来。隔壁，隔壁。阿王是不是跑错边了？对对对。流氓他的梦特练很可怕，真的假的？好、啊。你的还是梦特性的哦。你的流氓什么特性是什么？阿旺啊，你等下有观我的观众说你那边是梦特哎、欸，梦特什么意思？隐藏特性。是啊，啊是啊，我不知道哎、欸，这样吗？我不知道哎、欸，我完全学你一样的话。这是什么无限循环？我没办法多工处理哦，等一下、哦。你打开，你看一下你的右键啊，概要。特性是破格啊！哇哇哇哇哇！破格，所以是好还不好？
霍格不是孟特，骗我。冰之石欠打。闪电鸟。我先把它变成极冻鸟的。霍格就是孟特，一个说不是，一个说是。来来，我们去看，我们去看。有人。究竟是不是胆量才是巨洞，胆量才是孟特。欸，其实你的这个孟特会比较好，欸，因为你的胆量可以达到幽灵系。欸，迷唇妹妹，迷唇妹妹，我突然忘记他名字了，快点快点打他打他，帮他们抓。好，准备好了。准备好了，你老板呢？快点，你老板要的。好了，快！对，好了。King，音乐。你传谁？你传我。音乐哈基都可以。对，他传了。来。抓到。要抓的是。对，这个要抓的。好可恶！迷唇娃，可爱。高智耶。好可爱哦。随便打。好团团啊！对啊，好团团了，哇！是他会选择角色的感觉啊。收服了，啊，爆了！二次三，抓到了！恭喜！好呀，恭喜！幽灵的，学什么？幽灵，它好像海胆吧？另外一种海胆，真的，它是草。草兵，来，请打开。好，够，一下就是，这应该一下就不见了。嗯，虫兵，很亮，它超亮，它屁股也太亮。是怎样？是虫？它是穿蕾丝？没事，它下去了，它下去了。恐龙，好爽哦！星星碎片，卖钱的，收服。哦，卖钱的。嗯。没 PP 了，然后去补一下。我听到谁讲酸呀？啊，对，小三只会讲酸呀，酸呀，有没有酸呀？好可爱。放个牧场机组在团团子家旁边，酸呀，一直酸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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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蛮可爱的，酸呀。好久没用酸呀的音效包了。哦有就顺便拿一下。嗯，我还没拿吧？啊，有我拿。圆形水之石。哦，彗星碎片哎，没看过。集聚糖果已经61个了。这什么发光的？这什么东西在发光？是要进化了吗？哎、欸，白痴，错误，走开啊！啊？螃蟹，是好胜蟹。啊？怎么了？到底怎么了？你怎么讲人话？好胜蟹啦！然后你怎么了？怎么了？我刚走一半坡，我在点挑战呢、啊。不是，好胜蟹出的几率好像很低。不会啊。不会吗？还蛮长的，我经过都懒得理他哎、欸。我、哦、其实没有很常遇到哎、欸，是走地道。你都不在家附近吧？这在我家旁边出现了好几只哎、欸。对啊、哦，你都不怎么在家里，对不对？你都在极限山丘啊。对，我都在极限山丘。对啊。那名字我每次把念呢，念好螃蟹。好胖，可是我刚看它的几率没有很高呢、欸。至少它在我家的几率很高了。739。哦，35%啦。对啊，很高啊，高的啊，很高啊。想说怎么了？好生气怎么讲的话？我那时候看到，哦，我刚看到上面呐、啊，我没有看到最底下。它在其他区域出现的几率是3.14，159。哦，
所以我才想说他很低。想说原来是这样，就像是你突然跑到海边说：“哎、欸，鲤鱼王，鲤鱼王，哎、欸，鲤鱼王，鲤鱼王。”不一样啊，鲤鱼王虽然才不是三十趴嘞。然后住海住山上的看不没看过啊？有没有？对，我住山上没看过啦。哦。那我要把它删掉了。以为捡到宝，哇，是红石哎、欸，红石哎、欸，好多，好棒、喔，挖到红石了，赚烂。可是，好，先留着好了，这特性没有很好。速度，猪哦，猪哦。不好运就刷个好的特性再说。概要，你要升级没？都一八了。哎、欸？找什么？嗯？他，你又在找东西吧？找什么？我在找刚把它丢开来的球盖。他把你的爱丢在地上耶、欸、哈基呢、啊、没有，我怎么把它丢在地上，我把它好好收到箱子里面，把它好好炸爆、哦、炸爆之后好好丢到箱子里面，对，好好收到箱子里面。哦哦，怎么了？哦，收箱子里面、啊、怎么了？没事，你收箱子里面，我知道，收到箱子啊，对啊，收着啊。好好，图图干嘛？哎、欸，怎么了？欸、白痴，我的球盖还丢回我家哦！哦，盖子是不是？我说我收箱子啊！我是收箱子没错，我没收到我的箱子啊！日落，日落，日落了！黄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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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然记得。冲啊，老板！我是收箱子没错。对啦，真还蛮有那一个哦。是是是是是，没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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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错吗？没有嘛。没错、欸、活恐龙哎、欸，要220哦，不是100多吗？哪里有活恐龙？我这边。你哦，没事没事。好了，我要去做点事情了。不是啊，那些球我又把它煮回来，不是又是一样意思？我还损失了球盖。你干什么？你为什么要把它煮回去？对啊，你为什么要把它煮回去？啊，不是啊，那个球盖你也是浪费啊。所以你为什么要煮回去？对，因为怕浪费啊。啊，就怕被骂呗。这等很香。猪大便有86等。猪大便有86等。猪大便86等大便是什么？听起来很怪。哦，赛坦的箱子里面是一档。哦，升级组件啊，打训练家啦。这个角度。发射。哎、欸，粉红色的呆，没事，没事。粉红色的呆呆兽怎么了吗？你也是住山上的吗？我一直看太常看到那个假面呆呆兽了。怎么了吗？住山上的。哦，几句话的卡比耶，卡比，我队友。是我的队友哦，每次都下了。哎、欸，他这几句话不是躺着的，他是直接变大只而已哦。哦，他好像没有超级巨化装进来。他不是说躺着的肚子会长有棵树这样子？对对对，那是超级巨化。哎、欸，那耿鬼的那个也是吗？耿鬼的超耿白耿鬼是 mega。是 Mega，Mega 就是那个什么小智那个甲贺忍蛙那个版本的。我听不懂。好好讲一下，不是这个版本就对了。了。比如 Mega 就是精灵版，懂了吧？ 然后现在的那个这个
这个极具化版就是下一个版本的，懂吗？哦、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拿不到的，对了。哎、欸，拿得到啊，我有拿到那个的 Mega 宝石啊。那不能打架、啊。对啊，就是杰克讲那个，嗯，叫我打到力招式啊，这什么 Mega 忘记了，诅咒娃娃。你看，这是哈基没看过的粉红色呆呆兽。猪哦，打他这个热骨海龟打到剩下0.7%，这是怎么回事？老夫0.87%，笑你。0.7%，100%吧，打完了零，他是零都没有，都没连零都没有，0.7%。什么？你怎么？哦，我要坐船哦，船都不见了。有没有蛋啊？有没有喜欢蛋蛋啊？不能乱取名字哎！特工特防疯狂的爱着长耳兔，体素疯狂的爱着娟娟了。我觉得他们去取名字啊。Mega 再来立再来几句话，对啊，我知道，我是讲比喻嘛，怕他讲太多他记不懂。哦。所以学旧招式是不用钱的。你曾经学过的。哦。这一支进化的路上会学到的都是不用钱的。哦。宝宝丁宝宝丁。218。欸，我要干嘛？坐木船。啊，坐。大水了，这里，这里，这里，嗯，叮叮叮叮叮叮叮，同命会比自爆好用。同命是干嘛啊？啊？同命，同命就是你先让他跟你啊，就是他你死掉，他会跟着死掉，所以打那种 boss 很好用、哦、啊，边线。所以我那时候就是用对啊，用鬼师耿鬼去跟那些 BOSS 牵线，哦，这样子刷出来的。那就先牵线，再用自爆啊。你他一定把你打死，你不用自爆啊？还是当回合忘记了？哦，啊，是当回合的效果吗？就是怕你还没同名到你就先死啊，所以那时候我才想养一只速度耿鬼，就是自杀炸弹壳阿平。哦，五星的毒根，这是呆壳。滚滚滚！呆壳是呆兽的那个另外一个进化吗？他手上拿那个东西吗？他手上没拿东西，但是他头上是个壳的样子。D， 来来来，我来了。哦，对，他有一个红二系的吧？这是河马王吗？哦，我看一下。我来了，我来了。他好像是眼睛会很凶的。哦哦，我已经叠两格了，我已经叠两格了。哦，我要不要？什么东西？五星。五星。五星。要，但是。我那次是我看诺奇亚的那个电影版的，他在那次讲当旁白的那次。对对对对对，但是现在有两个版本。小、哦、应该是新的河马王啊，新的河马王是眼睛会比较邪恶一点。哦，白色、哦哦、旁边有个毒，对对对对，他是八代的，他最新版的那个河马王。阿王传谁啊？这个很吓了，不是因为我被怪，我在那个。幽灵塔这边，然后我、哦、对走不掉，对我走不掉。你要打快一点，不要打得比他们速度。加勒尔海马王有看到那个？我先想跳出去。你打 battle 啊，end battle 那个 battle 啊。等一下，我要出来，我出来了。你跳出来了，我怎么出来的？我来。你不要跳下去！不要跳！不要跳！不要推！哇，
好了，剩下哈记。哈记。选好了。好了。我用什么打？这是什么妖啊？妖精。超能力。超能力。我超能力哦。超能力。毒跟超能力克我哎。开始喽。Go。好。跟超能。哇，呆河马是手被咬哦，你看他脸超凶。哦，好凶哦！他咬到被咬到头。哦，他的眼神好像弗利莎。超能力毒。好了，没有的事了。滚动，冲啊，滚动！越滚越痛。呆呆王，我好像没什么可以打他有加成的。河马王，因为以前的翻译啦。哦，他的笔画好少哦。嗯，因为中毒所以坏掉了，是这样吗？吸太多。对耶。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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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只香，算是香菇。用龙打它可以。旁边怎么那么多训练家在海上啊？我好想打他们啊！在上面的，对，我去打他们。电源之后滚动会上升了，好，我去把电源取回来。啊，可是我要留什么技能？电源滚动，喝奶我也想留着。因为那只快龙是异色吗？不是，异色是全、啊、全绿的。看还是还是看起来那只褪色褪。那太阳晒太多了，褪色。太阳晒太多了哦，洗太多次澡了啦，这都要都就要当。难怪在海上飞太久了啦。难怪我觉得我的滚动怎么那么不痛。哎、欸，好棒哦！完全都没有点过任何一次左键。手是放开的。哦呦，灵活的牛。哎，我的姑又回来了。把他下去。大王倒下。金色王冠。银色王冠。为什么我没有王冠？我也没有。三抓到，他叫 Slow King。来啊，荷叶要回收了。马纳菲，马纳菲给我钱。这里好多巨训练家。这海鸥是怎么回事？真的是，是不是在打集聚的时候，旁边的那个都会一直升附近的？宝可梦，嗯，拽呢。每次打完之后，旁边都有一坨鸟，或者一模一样的。哇，对啊，大家来围观的吧。我真的打架，看一下这所。我打架，看一下。围观群众的概念。这该不会是雪拉比的东西吧？哦，什么东西？透明铃铛。哦，我记错了吗？确实，哦，是召唤凤凰哦，白痴哦，我记错了，抱歉。又睡了，你又睡，又在睡。银奶、泰山压顶、火焰拳、冰冻拳、体身地，你是这样搭配的啊？所以你们都会把滚动给换掉吗？哦，耶、yeah ！召唤洛奇亚用的。哦，嗯，你的是你吗？说的、啊、哦，透明铃铛是召唤洛奇亚用的。没有啊，透明他们说凤凰啊，另外一个深海铃铛才是洛奇亚。哇，叫错只了。我这只也是阿罗拉的全海参。就七。
好哦，97等了，怪龙快满等了，哇，恭喜，杀三等，厕所，画出来在黄昏和黎明，有机会想之后会出风口。不然，因为其实我这只 V 是第一只大奶罐。对啊，快龙满等之后就要去挖矿啊。嗯，刚好是攻击高的，但是防御很低。对，我的任务是要干嘛？击败150只宝可梦，现在解完了没啊？要定期回去跟他讲话，看解多少吗？怎么又是用错？到诶，我先回来，他好像，我应该是还没好。哎呀，奥美琳娜是召唤洛奇亚，金圣才是召唤凤凰。嗯你怎么讲的？你们去打架好不好？我好怕哦。打架，你们去打架啦！你们去打架。打完确定好之后打完再来说。对啊，打起来！我看到血流成河，血流成河，最爱看了。他说哪一个讲的？我跟他打。这个是什么东西？他打。雪拉比是 GS 球，我 GS 球也有啊，那怎么抓？铃铛啊，怎么又放出去？也、欸、太过分了、哦，手直接挡住那个属性。也是哈，你的也是哈。对啊，这冰属性跟哪个属性？你太过分了、哦。冰跟超能，组好喽。冰跟超能的话，微波好喽。格斗吗？冰跟格斗吗？你的微波好喽。格斗用飞行好啊！格斗我忘记叫阿汪来了，算了。哪一只、啊？好胜毛血。哦，你可以抓，然后看一下数值好不好？再给我这样子。都是特性啊，因为我这只特性超烂。前提是在我要打赢他，然后抓得到他。对。然后我要死了，我要被他揍死了，我要被他直接扁死。巨石球。哦，原来有这种哦。巨神速就神速又是什么？哦，我下去了。神色只能造一只。加油！完了，队友剩一个。加油！好坏心，你好坏啊！好坏心。撑住，队友，我回来了，我们都回来了。下去，这真的是打不完呢。杰克说：“帮他注意一下，打巢穴有没有冰河徽章。”徽章？嗯，他说的。哦。去神树就能遇到雪拉比了，不用神色。是。神树在主世界。耶。这假的。我晚点要问杰克，哦，他加的道具了。这一次的状况是，对，拿下来。哦，摸口在玩那款。啊，这一次只有31%。到底，这只是哪一只的名叫声？九金鱼啊。哦，对。森林有接触神色，有啦有，我们有神色的点，但是那是杰克的，不、啊，杰克帮忙踢的，对吧、啊？是雪拉比是要在森林之类的地方会生成神色，对，要去神色，对吧、啊哦？走，我们去神色，我去抓雪拉比，用第七代的研究救急球。哦，官方写的不清楚，因为有些关掉救急球召唤。
救急球可以做吗？鬼石头，等一下哦，救急。滴滴滴，下哦，救急球没有盖子做，好吧。哦，一举动是不是有点多？还好啦，反正就这么多，我们也是到处飞，飞飞也是找一堆。对啊。阿伯蛇。哦，哇，分担。哦、然后嘞，分担痛楚啊，忘记拿，忘记拿东西。好痛哦、力路，我好像下去补血。身上有满喽，我加油敢冲。嗯哼，幸运细胞可梦要消掉了，我先去站在那边消一下。消除，消除，回去啊！到底为什么在集聚洞上面会特别饿？你被能量吸收了，对吧、啊？能量被它吸走。好好好好，哎，哦，好吧。啊，站在上面就是特别饿。嗯，到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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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丢了，丢你们那边杰拉比是？对啊，你们要看吗？我要去看看，我要去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来了，刚音乐被开酷了，音乐再一次，好，日落，杰克叫 GS 球，哦，哦。哦，雪大比耶！哦，哔哔哔哔哔哔，好吵、哦！你用什么球抓？大师啊，应该用先机的哦。直接用大师抓好了，绝对不让你逃走。第一个传说，哦，哦，有人会使倒沙缸无？第一只神兽。集具有那个摔角鹰人，好哦。Oh. 他们说这个只能用一次，没用了。第七挑战。嗯，等一下，还有谁要来？三星集具来了来了。飞行，哎呦，飞行可以用电。岩石 ，OK， 好，没事啦，没事啦，等下就，我们打了，我来了，啊，他补满血了，啊，嗯，飞行，阿俊，你是要打还是不要打？哦，你们打，你们打，我在打 boss， 救急球就，我想说他补满血了，完了，这要等过来，是啦，你选错字了，你们再讲下去会更难过。对啊，就很难抓，又救急球不是只有一样，就是普通球的那个吗？帕数，摔跤。然后人家既然都神兽了，给他点尊严啊，大师球。对啊，比普通球几率低啊。什么东西比普通球几率低？救急球。哦。进来的，好像石梦好像也没有比我的那招强。嗯，要帮你抓对不对？嗯，帮我抓。豆腐，豆腐，反手都不在吗？下，哦，对不起，对不起，我三下抓到了，挂掉了，我没有抓到，挂掉了，到了，我来看看他的状况怎么样哈。检查身体，检查身体。戒符壳，哎，31%。对啊，会有戒符壳，你打什么会掉？蓝蓝，这我刚刚打什么掉了？
我也忘记我打什么会掉戒符盒哎、欸。耶、yeah~ ！可以问观众。对啊，哎、欸，打什么会掉戒符盒啊？需要。我刚是打什么掉戒符盒的？耶、yeah, ！这样子我有戒符盒了，耶、yeah~、你是戒符壳还是戒符盒？壳，两个壳，它掉两个壳。我靠！哦，这就掉两个壳啊。哦、oh. ，对。哦，好爽、啊！主办单位虎虎哦，哦，有人说虎虎哦，我刚打虎掉的哦，难怪 哦, 哦，我要打虎虎了、哦，好好哦，好好哦，我把虎虎加入我的愿望清单。有人拿我家直接把我剑盒直接敲掉，好好哦，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怎么这么好？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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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有狗啊！我血压比一般，但不是一般的啊，蛮好玩的。虎虎从岩石，阿王要吗？二一三，好，我要。至少比没有好。二一三，至少总比没有好。去繁星架好像有交换机吗？啊，好。啊！我可以给你什么？拜拜，随便丢一只就好了。随便丢一只哦，好。嗯。S H U C， 给你一只青蛙。S H U C K， OK， 准备。Ready， 耶、yeah, ！谢谢。误会。不，他的气血不好捉啊，出现几率好像不高。我蛮喜欢吃血啊。那一只。摔跤一那只弱弱的，嗯，咬弱鸡，没有办法，我觉得没有办法。H 一是零呢，有一般的神兽啊，哦、其实没差、欸，因为它特工，特工没有关系。飞行系的招式是吃特工啊，这样不能吃。那你放什么招？嗯，现在不能骑，就是，哎呀，好坏心，要怎么看？变属性是变化的吗？对啊，变化是状态的，特殊才是特攻，物理是攻击、哦。你是问这个吗？哦，对对对对对对。哎，那这只虽然它的那个招，但是还行呢。异兽是什么意思啊？救急异兽啊，就是去那个救急时空那个、啊，那时候不是看那个救急洞穴？救急洞穴是里面的特别，就是异兽 是？对。啊！异兽什么特别吗？就是特别强。对。吧，不知道哎、欸，没打过哎、欸，你要打吗？云月，嗨嗨嗨！我找到你家彩绘田的凶手了。这只没有头发的鬼尸，就他，好鬼尸哦！谁呀、啊？他从哪跳下去？鬼尸是谁的啊？哦，有了宝石海星吗？宝石海星要打还是要抓？这是集聚洞，没人要。我喷装了，全部烧掉了。啊？你的地狱会喷装哦？哦哦哦！哇！地狱没有设定到啊！地狱没有设定不喷哇！我要哭了！哦不！这真的没救了！然后就掉到地上的物品又被删除，哈哈，看好哭哇！那但是岩浆里面也是烧掉了，哦、直接烧光了啦！我的戒符盒，知道要打哪一只啦？打虎虎啦！走啦走啦走啦！看虎虎在哪边生，打爆他！打爆虎虎！对啊，比较难过是如果你身上有大师球什么的啦，是还好没有，但是、啊、你的稿子嘞？稿子，稿子放身上吗？在对，哇哈基，你家有虎虎，我帮你打，帮你打。幸运稿、丝绸稿都没了。哦啊！不要哭，
哎、欸，其实没事。他这声音被消掉了。对，我刚刚听到一个很微笑。虽然我知道他很难过，但是有点戳到我的笑点。好坏啊！你好坏啊！对不起，我道歉。哭了，哭了，哭了。我再立两等，我可以帮你付一只稿子。我还要三等，申请国赔吗？对了，国赔。家里东西框歪歪就可以先帮你付一只稿子了。是这个，这个，是、哦、可以哦。哎，招式机，走。做一套火之石全套装防火是。有这么需要吗？有这么怕吗？哎呀！虎虎会生在 Y 小于60或沙滩的石滩地形，就海边吗？你在哪里？我先把我另一半的壳给你。我现在用不到，没关系，我到时候慢慢打就好了。不行，我要弥补你的，填补你心中的痛。他已经没关系。不行。我在幽灵塔泄恨。嗯，也是啊，赚点经验。学习装置炸了，六代学习装置炸了。我还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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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还有，我也还有。好，太好了。没事，没事，还有什么？是，还宝可梦被烧掉。没有，宝可梦烧掉，我直接不玩了。不要在那边洗屏哦。我有六代啦，我有六代啦。刚右下角有，我有放一个。啊，现在大家通常都是六代带在身上了吧？对、嗯，对啊，我刚刚是有一个的，蓝小虫，屁吧，成为我的钱吧。哎呦！哦，阿纪，丝绸之处有了。哦，来来来，刚好丝绸之处效率跟耐久。哇哦！哇。来这一把全新的，还在战斗中。有有有有，来这把全新的，全新的。感谢呜、欸。怎么了？怎么了？干嘛？色尾的大岩蛇。哦，它不是橘黄色的吗？它、欸、是蓝色的。还是它是 BOSS 啊？水晶大岩蛇吗？好、哦，啊、那你这样讲应该是。我要看水晶大岩蛇。对，它是在。无印版里面的一个玻璃制品的工匠梦寐以求的，快点，漂亮哦！哦，阿旺，哎，我按了呢，哎，好漂亮哦！哎，色尾真的出了，色尾真的出了，绿色的，谁？精灵宝哎，什么颜色？啊，我对大颜色比较有兴趣。好，那我要抓它。你抓，你抓，你抓。不是，我不是说大颜色了。它、啊、是黄色、啊哦，你不抓那我抓了、啊。哦不，啊啊！是谁抓到的？没有，我是丢牛出来。嘿，你们是这样丢、哦？嘿，哇！我的球壳，对，我的球也没回去做球。我把星宝打死了。耶！星宝打死。我本来没有想说
第一下没抓到，我想你先打他一下好了，不行，他在打架，中了，把他绑定了，他在打架，我打死他，他怎么无私的？哇，球全部重来，我之天哪，进，直搞，不能进，点水会变黑曜石，哦，好酷哦。不要你不要你不要！使出诅咒是，立刻死亡，还测试。嗯，有还诅咒了，回去了。暗之石套装可以永久保持，然后水之石可以下水。哦、中了中了，可以让你看了。你中了，可以、哦、你可以骑着它到处炫耀。等一下哦，出来吧。然后出来之后发现它是一般的大岩石，不是。不是，你在那边出来吧，嘟嘟你。好像哪里搞错了什么？你是不是在骗？哦，哇，你是飞在空中哎、欸？那他有一根顶着啊。哦。啊，他走路是前后前后呢，好晕。晃是不是？很晃。九十九等，我终于九十九等了。哇！一百等快咯。哦。我要拿这给他戴金冠了。进去。雷之石套装是有挖掘二。雷哦。啊啊！这是那个鳞甲龙，是不是？哦，好酷哦！啊，去练的。那可瘦，在许愿池。你是谁？有聊打吗？许愿池啊！我许愿池、啊嗯。走。我去先做球。走。阿静，你要来吗？我可以先给你一些球。欸、我有高级球，等一下。好的。哇，空中为什么？哦。哎，可以可以。我先抓个东西哦。抓东西还是装东西？抓东西，上面有一只螃蟹，我抓它。A。那有人 TP 我、哦？有。欸猪哦，有，我觉得这里也有。我就说我许愿池啊，许愿池啊。你要再看他的树。汪，汪啊！来了，我抓到他。来电汪，真的还有是纳米大不是大师球，哇，这东西酷死。来了，丑高石掉到地上的概念。嗯。水，这好，水怕电，对不对？有吧？对，对。你有白哦？你有电了哦？没有，我有电脑。我在想要去抓一只去电幽灵的，用电脑打他。用电脑？物理吗？你可以抓只骆驼母给它变成幽灵系的、啊。骆驼母。嗯。好像、就是哦，好像上次看到的电幽灵就是它。动要害倒下，收服。你不收。啊，碎了。碎掉，来还你。
许愿池还你果汁啦，给你。你丢进去了、哦，对吧？要配堆果子出来。你哇你哇！亨特更新已经到了。亨特更新。亨特更新。丢弃飞机。金冠这里，所以是把它丢出来，然后喂它就好了。就是，是这样吗？嗯，所有个体值都达到最大值耶。哦，哎，哦有哎、欸，想说我没有。哦，怪力神。哦，31 HP 直接从零灌到31。哦。是哟、哦，快龙你很棒，你好棒，你好棒哦！哦，我要把螃蟹删掉了。为什么？差不多，我这前面抓的那只效属性还可以。是不是该开始练第二只了？啊，谁揍我？四纪录，吃我拳头啦！啊，对，食物要重考。我的马铃鸡，哎，触手百合，哎，日落，日落。因为断线了，我重登一下，因为我卡那个卡关站，然后没办法传其他世界。哦，会骂人的，小孩嘛啊！看一下，卡比有了，对，还没孵。没呀、啊，没呀、啊，没呀、啊，哪里有没呀、啊？没有，哪里有没呀、啊？你不要我要，没有没呀，没有没呀、啊，啊，又放错了，翅膀攻击，我们去刷暗之石好了。聂云在两三回合内乱打对手进行攻击，之后会陷入混乱。好像及时，好像可以。自己之后会陷入混乱，两到三回合。好了，选逆鳞。这里是哪里？我是谁？你先上黑板，这个换掉。沃托姆斯给他，给他什么东西就会变什么属性哦。对啊，毒草鸡不就变成植物系的吗？哦。加多到这边，然后自己回。语气好像也可以学。会回血啊，可以。那这样给他什么属性，他会学到什么属性的招式吗？我们研究了一个。是啊，那是不是给他五等的时候就给他，先给他电系，然后等到后期的时候给他变成转火系，然后后期再转火，这样会不会学到各种技能？知道啊，还是如果他只是本身的属性的话，那好像就还好，他不会学到那种各个的那种属性技能。人家说会耶、欸，你是在云还是真的会？想清楚再讲哦。会，
会有固定的招，会有固定的招，蛮可爱的。我来孵蛋好了。PC 哦，十啊，不是随机，神速也不错。下重下，它预设本来就是店家幽灵哦。嗯啊，是吗？对啊，费用好黑哦，忘了带，我记得火把这样。哇，血型，这真的是怪一直来耶！我一招秒一招秒，他还是一直出哎，停不下来。这个是百变怪的，变怪的。这你能不能筛选说哪一些东西是可以学，哪些东西不能学啊？算了，就这样吧。啊，不对，应该用什么？嗯，一、二、三。啊，对，快龙满等了，我要去挖矿了。你今你不是八点开台就八点挖矿了？你不讲说八点之前就是那时候就说、我要去挖矿了，然后结果想说快龙想把它练满等嘛。好，挖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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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这时候讲，要不要打集聚？五星的，五星的再说。好，我去找五星的。好，你慢慢找。蛋喽！哦，给他不同家电会学到不同的招式哦。不同的家电？对啊，他是用家电的。小给洗衣机会学水泡，给冰箱会学到暴风雪。哦，好酷哦，神秘哦。好了，让我去点电脑，我不要再打了。Cool。 原来你是 boss 欸，105等，105度，105度。幽灵用幽灵打比较痛。好，哦，一招就死了。气球上面有废矿欸，换家具就没幽灵系了啊，那你不要换好了啊，换家具就没幽灵系啊？对，因为它是绑定电的啊，电加冰电加水这样子啊，所以我就是预设就什么都不能给，就给它幽灵。对啊，电加幽灵。哦，没矿没矿啊，麻烦的角色。有冰之石吗？我刚刚打到冰之石，有箱子里面好像还有一颗。好，在孵蛋啊，我动，不要再打架了，放我动。逃跑啊，僵尸三块砖，我都逃跑了。僵尸，冰之石，所以我是把哦，可以了，可以做鞋子了，下了。好胜心，我把它丢出来，然后点它又点，要捡石头就好了。要他捡石头吗？不是给他石头，你要自己捡哦。你要进化自己去捡。一跳了。你觉得你丢地上被笑到？学习装置。好胜心，学习装置。你要学习装置，我箱子里面有。右下角那个箱子，右下角的箱子。好，能查蛋的 V 没有？很丑哎！我刚有查，我想说全都还是全都要孵啊。这平行什么？是魔物猎人。哦，打僵尸升怪砖，他升僵尸了。玩错游戏，
海森林当。哦，诺西亚。是叫诺西亚吗？对、啊，是诺西亚的。他是要怎么叫啊？直接在海边叫吗？海边叫他的名字。诺西亚。如果要可以这样直接叫的话，我要用大师球抓他了哦。哦，海森林当。当。动态市场啊，有了有了，要放出来等，放出来等。我要幽灵加电的，或者是幽灵加火。微草堂，水火电，反正是各种各来一个。关个麦。啊。哎，我们刚刚好，我们现在聊到说，我们现在个体只是要哪一个啊？哦、固执对不对？固执。好，我们的这两只刚好母的固执。哭啊！怎么又生了？然后这只不是。这个先收起来。固，等一下聊。最讨厌就是要想，没用了。然后。把他的石头拿出来。好，再回到这边。还是 IV。我知道。IVS。咦？哦不吧，这个是不变之石的，所以要先看三跟四，三跟四是有 V 的。九一九，三一，哎，等一下、不对哦，这样好乱哦，铃铛要挂在空旷的地方，不然被卡死。PC， 看一下，现在是养这两只体素又是公的，我们遗传到母的。特工特防，所以我现在应该要是这两只去配才对，对不对？好烦哦，等一下，我现在有点乱，看一下。我知道第四只啊，这只要配哪一个？这只要跟这只配，对不对？IBS 四。可是第四只哦，是母的哎，好、白痴哦、喔，哦，对不起，白痴啊、喔，抱歉，你们比我还强哎，个性配性格对的三 V 哦，我知道，等一下哦、喔。这个嘛，这就是体素，好，先命名体素，体素个性，
一步。然后给他带不变之石嘛，对不对？这样。然后就是拿出来。对啊，孵蛋，我那时候孵蛋就头拿到超金子的情况下，我才敢孵啊。不清楚，完全不敢孵哎、欸。能的话，尽量四母的锁住性格，功德用高 B， 我正在用啊。有啊有啊，正在用，我正在用。等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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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嘛，然后母的锁性格，好像好乱，等一下哦，这样子。干嘛对不对？啊，这是干嘛的？移速，然后其他没有了。这卷卷的是干嘛的？一，攻击特防，然后就掉。另一只可以绑红线。请问现在是延迟还是我没有放到什么东西？这样没错嘛，对不对？特攻、攻、特防、移速、固体，这样子。然后，然后我还要干嘛吗？没了吧，对不对 ？PC， 没错了哈。那再确认一下 ，IVS 从一开始，拜拜。攻击特防三，特防五，特攻特防，对啊，等五 V 了。那这边我先放百变怪来玩喽。百变怪，百变怪，然后先把这个删掉。其实我以前在玩的时候，真的很舍不得删掉这些。我那时候觉得啊，自己最爱的就这样子删掉了，好难过，真的都有感情了，就很舍不得删。可现在想想，好麻烦。来来来，继续扶。那我回去通话吧。为什么不先用卡比跟百变？哦，好啊，也可以啊。没有啊，是随便而已。我们要干嘛？好，就这样。感谢感谢，我们回去通话。Rio 喂。哦，孵蛋头好痛。为什么？为什么？我刚刚就是因为就是要摆对的东西，那东西又要从身上拿下，又要装上去啊。哦，对啊。刚就是各种。各种刚刚差点不错，个性跟性格早点附加。好的，那请问我要用什么个性？听问一下，听问，伊利 ，PC 拿出。这是谁？受伤宝可梦，你不要抢不开啊！小泉石，小泉石怎么在岩浆里面游泳啊？不见了，融掉了，它变成岩浆的一部分了。好笨，它变小黑曜石。哦不！啊，你家的箱子有两个打不开。啊！你在箱子两个，最左边的吗？有一半打不开。最左边的一个，那两个你不会用到啊，因为那两个是
麦块原版的东西啊。我就是需要石头，我家没石头。石头哦，石头是中间上面，如果空了就是空了。哦。你看啊，我想窥探秘密哦。我有记错了。我进你家石头来啊。你在哪里？你在哪里？我在家里，我回家了。我现在在到处当怪盗。到处偷。我要锁了。两组够不够？够够够够，暂时够。耶、yeah ！谢谢谢谢谢谢。你还缺什么？除了卡，暂时没缺。除了卡比兽。偷了差不多。那请问你有从外面拿什么？这样问吗？啊，我才刚出来当大盗第一天而已。哇。新手大刀，新手大刀，新手大刀。Boss， 野生的冰岩有这种东西哦？有，冰石头，冰一步要在那边进化。哦，因为我螃蟹也是。哦，你去就是去那个、啊、主世界的冰找找看。哦，那里有一只 Boss， 还是什么？我要先离开这块是非之地了吗？哎，我传出来了，你看那块是非之地、那个。看我玩啥类型？那请问卡比兽有什么类型推荐？像石果 BOSS 罕见，好打你。反正是体力嘛，体力防御或是防御特防嘛。过来，他120的呢。冰岩哦，哦，马冰岩长什么样子？它是一个很不像麦块的一个大石头，它圆圆的，滑滑润润的，这样讲，听起来哪里怪怪的？听起来哪里怪怪的？但是我应该是看到它，我就会知道它是什么了吧？你是打赢了吗？打赢拿它两下就死了。谁让你打什么？像石果 BOSS。哦，难怪，他搞不自爆哎、欸。他没有了，他就打就，我没扣什么血，他就死了。冰冷，要打吗？这是什么？天鹅。大家一起挑战。我身上四颗蛋。四颗蛋。一个鸟四颗蛋。冰点。往山上丢啊！油够了，好，再来灯火林，看起来不像，不太像。养多边兽才是麻烦的开始，为什么？使出逆鳞，逆鳞，收服。大家晚安，晚安。晚安。我的球爆开了。我想要什么样耿鬼啊？我想要白色耿鬼。那就是色尾的耿鬼。他是啊，是要没嘎死。多边兽无性别，只能跟百变怪生。哦，我没有百变怪啊，还好。不是不是不是，要靠百变怪的话，只能靠多边兽。百变怪的哎 ，V 没办法。百变怪没办法生百变怪的 V 啦。哦，对啊。哦。欸、我干嘛用走的？对，对什么？你在跟我讲话吗？没有，我刚在那边走。你说你干嘛用走？我在想说，嗯，对我可以骑你们老板。我在跟我说，骑老板。哇，
这样他降跑，他跑比较快啊，比我自己走快多了。哦，皮老板。好，皮老板。老板，你很皮老板，他全部顽皮老板，他现在流氓了。皮老板。顽皮老板。顽皮老板嘛，顽句号皮老板。踢屁股，想打神兽的踢屁股。哦，我等一下，我治疗，我治疗一下，我马上过去。我是不是该带大师球过去啊？不是不是不是，是就是洞穴的洞穴的。对啊，等一下我用大师球抓他。不是不是不是，洞穴的呢。就击球之后可以用大师球选大师球没错啊。哦，所以这样可以吗？完全接受。来，重来，重来，重来！哈，圣雨月。等一下，我找一下我大球在这里。这只是原地吗？这只是日月版本的。哦。日月版本一只白色狮子。啊，狮子哦，我不能用它，那我不用打死球了。哈哈哈。能力系通常可以用的。他超能力吗？我当时先选可以用的哦。超能力跟钢钢钢用什么格斗？格斗超能力格斗好像没有可以克他的、欸。索尔加雷欧对对对对对。地面火格斗跟地面可以打他。然后超能力的话，他另外的形态就是蝙蝠。欸不拿大师球吗？我拿大师球抓他干嘛？丢高哦！走啊走啊走啊！怕他等下变掉了，就不能抓了。哦，索尔加哦，我没火招啊！那眼睛在哪里？哦，那两个眼睛哦，我没有火招，所以他我应该用什么招打？我看一下，他刚才是钢跟超能吗？嗯，米娜安安超能力吧。钢跟超能，幽灵招、重招、二招。干你约那什么鬼血量啊？三二六，一百等。哦，百等，然后那个、啊、IV 满啊。我知道啊。翅膀拍他啦。哦，绝技啊！哦，有得拼喽！有得拼喽！他希望他打在左边那两只身上。讲真的啦，抓痒一样哎。对啊，所以讲真的啊。嗯。飞。啊，我跟抓痒一样。他治愈了，哦，补血了。等下他这样会开第二次盾吗？会。他不会。哎，你这样很过分哦。啊。六六一次，三三一次啦，没事没事。哦，那真的就还好，就是有多六六。老板倒啦！哦、老板倒了，老板下去了。不是后面有出现我要的东西，为什么？后面出现什么？我不知道，他牵条线拉过去了，看不到是什么东西。你可以滚轮啊？你说哦？你说那个雷达？对，雷达出现有我要的。我也出现了、啊。哦，他跑好快啊！那小刚开、哦、一个红色大框框，也问旁边有个红色大框框，还是这只啊？红色框框是这只，对，啊，他错位了，打死他！我来帮你们破甲，好，哦，揍他，对啦，去，哎呀，这是什么？我只有一般的球，计时球好像不对，高级球啦，高级球你不住就算了，住不住随便你。他抓到了，你妈的精灵球！哇，你抓到了！我也抓到了！哇哭啊，直接爆哎、欸！啊！还不丢出来？想说高级球他要不要随便他？哇，超帅！哇！哦，他跳太高了吧？等下旁边这只是什么？我先看一下。什么？螃蟹吗？索罗亚克。是七两个哦，三 V 耶，神兽都三 V 啊，哦，神兽固定三 V 啊，因为不能繁殖啊，哦，对的，他走好慢，
悠闲，他个性是悠闲嘛，啊，悠闲，悠闲啊。可是我不能用啊，这次只能乖乖的放着。对啊，进去，去当餐馆，乖。可是收藏用啊。对啊。那人家有你没有哎、欸？我、欸哦、这只87%，对啊，87%，但是你不能用啊。哦、对啊，我不能用啊。啊他的就是，哎，场馆，去管钱，金属，熊猫咖啡厅管钱，性格是怕寂寞。啊，你们不一样哦。我不知道哎、欸，因为阿旺的那不是双浪吗？性格呢？允悦的，允悦的字是什么？我看一下啊、哦。哦、oh, no， 哦、oh, ，所以不一样哦。哦、oh, ，我想个性是不是？概要。一样啦，不一样啦。个性。盾甲龙。攻击。体型小，优个性悠闲啊。不一样呢，对啊，我个性是怕寂寞呢。大草莓，水会不一样哦。没有水的哦。等一下啊，你记错了吗？我的是小，这只是小型哎、欸，还是很大只啊？你是骗我？你多小、啊、你？我这是体型大呢，我的体型是小。嘿，那其实就是会不一样啦。会不一样呢？那个性跟大体型那些会不一样，没卖哟。其他的属性应该是一样啊，我看一下。没卖哟。阿汪的是87嘛，然后2531、21、22、3131。那我看一下。打错了。2531、21、22、3131。一样，那就是个性跟体型会不一样。哦。好，没收起来。如果不能用餐馆进去，对，进去没有打啦，还没有存装哎，那个已经没有用了，不是没有用了、啊，那个去过啦。这是什么东西、啊？你别再飞走了，我已经在跟你对战了，你还一直往外飞。是怎样想跑啊？应该都不用留了吧？不是，这个可以留一下。这是什么的？这个，低卖照。工坊特工。哎、欸，仓库怎么开权限给其他人啊？仓库箱子吗？对。你阿旺说吗？我打的。Fast Public 啊。对叫复古加地震加滴滴道具。啊，我应该会聚宝宫加灰子吧。我打了，是灰子哦。我打了之后，这大家都可以用了，是不是？嗯嗯，那应该这样就好了哈。太多玩法，休闲一点。谁要小心啦？小心点，来干嘛啦？下去。啊，你对你没笑啊、哦？好吧。啊，你下去。喂，玩逃跑。哎、欸，我那时候大奶罐个性所刷到过。的 EBS 是已经练满了，全满了。哎呦 ，EBS 很好练呢、欸。对啊 ，EBS 其实金冠之下就全满了。IBEB 全满。哦。因为金冠吃完之后，我想吃银冠，他不给我吃，他说已经努力值全满了。你去练等，先练等。嗯。欸有其他大奶罐的算了我想说先练等
那时候你们说大奶罐是用哪个个性性格？观众观众观众，我没不能用，我问观众，那老板可以提供意见啊，我提供个错误讯息给你。嗯。好了，我要去练下一只了。下一只我要练盔甲鸟。我现在在孵高 IV 的鬼丝。虽然那讲金冠好像就觉得还好，就是他原本的那个数值不漂亮，就会觉得不完美。整形上去的不行，基因不对。你要找完美的，完美。完美的老婆哦，好，你要找我完美的，好，长得跟耿鬼一样、哦、怎么样，耿鬼一样老婆长得跟耿鬼一样他睡觉的时候在旁边金嘎告别你被嘎金嘎了好恐怖哦人家猫是压在胸口上，然后你就睡觉睡一半是发现它飘在你胸口上，好恐怖哦！晚安晚安，鬼压床。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他的指甲就被修好了。太恐怖了！尴尬，好有性感。跟耿鬼一样的老婆太恐怖了吗？跟鬼一样老婆，你老婆没有腰围。好坏啊，挺奇怪。按错了，按错了、欸。哦，睡觉晚安。爱困，紧困，紧困呐。啊，他73等呢、欸！我操！等一下，为什么我在搜寻？牛，是这颗。嗯。啊，老板，你要输了，老板，老板。这边会有盔甲鸟，莽原会有啊。嗯，我来了。让对手模仿自己的动作，变成和自己一样的特性。色体之心，他这个任务都不写剩几个。嗯，对，我任务是小姐。兵士长这样哦。设计之心，击败150只，捕获50只。击败就是在那边狂刷嘛，那个幽灵塔狂刷应该就一堆了。哦，那我去幽灵塔刷一下，顺便把其他只练一练。不对，我要先找到比较好的盔甲鸟。不用找啊。哦。哦，你要抓，你要刷性格哦。我要先刷他的 IV 啊。看盔甲鸟是你编号几啊？227。让电脑会扣亲密度。宝宝钉什么宝宝钉？我没有宝宝钉啊。这是胖钉的呢。都是。这球砸下去怎么不是我想象的怪？
哦，93等，对不起啊。怎么你93了？没有，我想说，上面有一只 boss 打开是什么好？一通常是93等。他通常都是会加你等级啊。对啊，你等级的一定数量啊。可是我最高是68。那就加你就加再加上去啊。你是传说等级的 boss 吗？不是。嗯。传说是加有个加50的吧？我记得我忘记，我只知道有加20、30这样子。对吧？就看你的最高等级是多少，然后加20、30。所以你带了一只很高等的，但是其他的都很弱的话，可能就很难打。对，拉上去。对。哦，龙之舞不来呀、啊，这个，哎呀呀呀呀，出来，被怪撞是不是？老婆吧？是那个被老婆撞，那个孵蛋塔，孵蛋塔，厕所。那个、啊哦、在那边绕圈圈，对呀、啊，哦，那是厕所。啊，这只鬼是继续动哎、欸，什么继续动？看看它。拿来。继续打安之石。嗨，凡勋，你好。超能力是谁啊？单挑。又是母的。你又是母的，那、啊、不就跟我现在正在敷的这只是一样属性？我靠！喵喵，给一只公的嘛。就说你比较喜欢男生嘛。那你给一只公的嘛。三抓到。放错招了吗？我起，我会不会想要搞一只幽灵系的银半战兽？哦，观众一直在那边讲，就是不懂这魔咒有没有？那是什么东西？一定有啊，它就是也是跟那个阿尔宙斯一样，你放什么东西，它是什么属性，等于是你插什么 USB 上去，它就是那个属性了。哦，对，哦，啊，可是觉得那种的。就是他的特不够啊，不是他基础不是那个属性，而是其他属性转过去的话，他的招式的话，可能就不会那么强。哦，因为我的那一只阿尔宙斯好像就是一般，全部拿啊，只是他也是可以插卡带上去的。就是你想从小训练的学英文，跟你后天等到你大学之后才开始慢慢学英文，那个感觉就不一样。对啊，你说我们精通的跟我一样。出社会，老板才说你去学英文。每种属性有不同玩法，是没错啦。哎，木木消哎，飞甲鸟。飞甲鸟，这恐龙也太可爱了吧！啊，抓一分干！这树，这边是树砍，白痴！好了，如果打那个灯火灵都会逃跑，它显示你的财富密码逃跑了。哦哦，我的钱，你的钱跑了。我还有不是娶的老婆，你的老婆逃跑了。哦。哦、你的老婆甜甜，对方的什么？只用甜甜。哦、听起来很不好。配咯。鬼，这只鬼是怎么没火、啊？这火不是火嘞？发量少。他有时候会没有火。啊，那Tommy来了！哎呀，盔甲鸟我来喽！嗯哎，50等哦，这你管了。先击球，一般的，硬石头，岩石属性增强。
属性变什么，专属招式也会变那个。哦，全部丢弃。超级球。老板才要仙人掌。印象很痛。掉白人。你是不是压力很大欺负他？没有，你是故意把他引过去，然后看他啪啪啪笑他。我才老板被治了，哈哈哈哈，我才没这么有病，好吗？你要培养的话 ，HP 最满 A， 最好的是这一个 S， 根本让我浪费我三颗球了，该进来了。哎，胖丁不会挥球啊？哎，胖丁，不要再浪费我球了。啊，灰子宫，灰子宫，你会不会灰子宫 ？A 就不用了。哦，他不会灰子哦。慢慢培养就好了，花钱那六 B， 花可以花钱六 B 哦。有啊，好像可以，可是很贵。他说一等一万块啊，就是等级越高会比较赚。我说 IV 耶、欸。哦，好、哦、等级哦，八千，我不知道。IV。已经浪费我十几颗球了。下去，你真是盔甲鸟。晚安，睡得晚安。哎、欸，这是盔甲鸟夸张哦。再一颗球不行，就给我下去。哦，你下去哦！哎、欸，楼上的等级比较高哦。是啊，可是我要的不是楼上的东西啊。哦，暗之石是这边才有的。哦，楼上不会跌。对，它是梦妖才会有。哦。念念念念念。这样可以，假设加三十一，这样是多少钱？我想刚学会了舍身冲撞，哇，那我三十六级的进化了，轮唱睡觉三千万，我就只是改个 IV， 从零到三十一，三千万，神经病，神经病，不停攻击哦，这是什么东西？脂肪会降低。如果只是二三十变三一，这样要多少钱？我来试试看。假设就是梦妖怎么在这里 ？IV 速度他丢错了。要洗多少钱吧？没洗。鳞甲龙应该可以骑乘的吧？100万。哎、欸，不是，这样要占为鳞甲龙吗？断尾他是不是？占尾。哦，哦，他跑蛮快的，大玩笑，啊！我靠，我把自己打死，那长得蛮丑，也没有他丑啊，没有很好看。啊，对，我去抓那个哈，是一来就被，哎呀！炼灯，到底到底到底？哎，炼灯，哎，炼炼灯，哎，哎，哎呀，哎呀，这里还有点热闹啊！这里超热闹，人那么多了，还会一直遇到怪，是怎么回事？哎，对，就是这么多，真的很热闹。回家。他走上面，他就被撞到我了。真的假的？因为你在前面啊。不啊，他会指定玩家，跟 Give Me a Sign 一样啊。
会穿过人家去打你，你的就是你的。他一生只盯一个。对。你发很大哎、欸！哎、欸，盔甲哪这么少啊？之前不是很多吗？你可能打个几句东西就有了。他们就会来围观了，是不是？对。这是围观的部分。夸夸夸！哎、欸，日出日出！拜拜，两位。日出。两位日出喽，晒太阳喽。日出喽，可以晒太阳喽。晒太阳喽。日出有没有出 mini Q mini Q 出 mini Q 快出来！他是不是走过去没有亮就是没有了？对啊，附近绕一下。他有时候站在中间等一下，因为他现在就是在中间，他就一直升，一直升，一直升。附近的我觉得很好奇，他到底是还在升还是？我看地图，它是直接就是一个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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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在蹦出来了，就感觉刚生出来的感觉。是不是啊？因为那时候观众有说传过去看没有线就可以直接走。哈？可是他们来不及升啊。对啊，要等还要升。那等于是你开着鞘翅到处飞啊，怪都还没升就错过了。所以要等一下。我就是慢慢慢慢走的啊。嗯。没吗？听没？无宝，笑死！那宝呢？嗯，看那宝。哇，白天呢？如果我的胖丁没学，胖丁再慢进化了，这样子还学到以前的招式吗？知道。好烦哦！我让学唱歌的说，秀光，试看看在离树高100格以上的地方盖一个超大区块平台。哦，我有这样想过。哦，好累啊！嗯，来来，蛋啊！啊，回去练灯。这边四个人了，来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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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过头了，就过头了，过头了。对，我先看一下我刚抓的几只这个 IV 好不好？等级都好低哦，就15等而已。去楼上啊，等级比较高，如果你们要刷宝石的话。嗯，你抓到了、没有，是在看刚刚我要抓灯火灵啊，看有没有比较好的。啊，刚刚不是很多啊，怎么没怪了？被打完了。白天蒸发一波了。哇，金光石。各位，剩下四分钟观世不及哦。哦，妈呀，会耶！12点了，这么快、啊？也告知你们要关台喽。好快、欸！对。不知不觉。快嘞！对啊。快嘞！后座在哪里？啊，现在白天呢、啊。我觉得不是哎、欸。鬼是附送生在哪里？可能我们阳气比较重，太多了。对啊，金嘎，你不要再把我推下来了，金嘎，金嘎，你下去，我碰不到。哎呀，丢什么？我在打、啊，丢。不是啦，他自己啦。我是讲我的。左世界重生，能学以前的招式？不是啊，重点是我
我36等才进化成胖丁，那36等以前胖丁学的招式我还学得到吗？不知道。对啊，问那么多下去就知道，去学就知道。什么意思？对啊。哇，直接死去了。完了。我们没有宝可梦可以跟他打了。你没有了？为什么？啊，你自己打自己吗？我在上面打 boss。哦哦。哦耶。对耶，什么？去打 boss 就好了。这个孵化的那个是用什么球去装？孵化的球，决定妈妈的球。妈妈的。所以你可以妈妈用大师球，你就有一大堆大师球宝宝。哦。对。所以我们当时会一大堆大师球宝宝啊，为什么？因为我用大师球抓百变怪，有印象吗？哦，大师球转蛋，阿北都可以哦，真的假的？好啊，等下去学。格斗和飞行属性。那学那个要钱吗？一是金嘎，赶快跑，赶快跑，快快关，关了，快关了，赶快跑，快离开，快离开。喂，快关了，关了，要关了，要关了。快离开！我出来，我离开，我离开。叮，不用钱，好。耶嘿，让我走。拿那个啊，拿那个中介珍珠，直接射出。你一离开战斗就丢，然后你再进入战斗，然后你打完的时候人就会在外面。不用啊，战斗打斜线 TP 就好了。能离开？对啊，然后去孵蛋机也不用硬跳出来，斜线痛就好。耶、yeah, ，感谢各位。笑死了。休息呀、啊！休息啦！哇，休息喽！休息喽！休息喽！好准时啊！好啦，感谢各位今天晚上，也谢谢大家努力在帮我。明天应该等一下生完之后，应该会多四只 V 吧，慢慢跟以前慢慢那样养。谢谢啦！刚看完录音直播就来看我，我也快关台了。哎、欸，诺英开台没跟我说，你骂他。哦，啊，怎么又出现了啦？那么多名字啦！我当时为了那个留言限制，就是因为他。啊，就这样啦，感谢各位。那明天想也知道轻松高效结束后就会继续玩了吧，就这样啦，感谢各位，大家晚安，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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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刚还想说那是什么，那就是跳机器人那把吧，洗屏的啊。大家晚安。